奥委会出席委员罢员已足法定人数。我们正式开会，请议事人员宣读上次议事记录。宣读立法院第九届第二会期外交及国防委员会第四次全体委员会议议事录，时间中华民国105年10月5日星期三上午9:05至12:38，10月6日星期四上午9:02至12:13，地点红楼301会议室，出席委员林长佐等12人，列席委员叶宜津等31人，列席人员10月5日外交部部长李大为及所属人员，交通部常务次长范植谷，民用航空局副局长何淑平，行政院大陆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林正义，国家安全局第三处处长黄玉顺，内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国际科科长李维浩，行政院环境保护署温室气体减量管理办公室参事简惠珍。10月6日，国防部部长冯世宽及所属人员，主席吕召集委员玉林。报告事项：10月5日，一、宣读上次会议议事录，决定确定。二、邀请外交部部长李大为、交通部次长率民用航空局局长、行政院大陆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报告，我国无法参与第39届国际民航组织大会因应作为会外参与成果及未来我国参与国际组织之策略，并请国家安全局、内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行政院环境保护署派员列席并被质询。外交部部长李大为、交通部常务次长范植谷及行政院大陆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林正义报告，委员吕玉玲等9人质询，均由外交部部长李大为及所属领事事务局局长陈华玉、欧洲司司长高安、调法司司长丁乐群、
交通部常务次长范植谷、民用航空局副局长何淑平、行政院大陆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林正义、内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国际科科长李维浩及国家安全局第三处处长黄玉顺等及席答复。决定一，登记质询在场委员均已发言完毕，报告及询答结束。二，委员所提口头及书面质询未及答复或要求提供之资讯，请相关单位于二周内以书面答复本会各委员，并附之本会。委员另指定期限者，从其锁定。三，委员罗志正、王定宇、刘世芳、吕孙林等四人所提书面质询，列入记录刊登公报。10月6日，邀请国防部部长冯世宽报告汉光32号演习执行经过及第四军种参与成果，并被质询。国防部部长冯世宽及所属作战及计划参谋次长室次长江振中报告，委员陈廷飞等11人质询，均由国防部副参谋总长兼执行官蒲泽春、常务次长许培山、军备局获得管理处处长欧阳立行、资源规划司副司长刘敬忠、人事参谋次长室次长徐衍璞、作战及计划参谋次长室次长江振中、后勤参谋次长室次长尚永强、通信电子资讯参谋次长室助理次长夏光雅、训练参谋次长室次长陈晓明、陆军司令部参谋长全子睿、陆军后勤指挥部参谋长陈生在、海军司令部参谋长梅家树、空军司令部参谋长范大为、后备指挥部参谋长李世国及军事情报局副局长陈荣明等及其答复。决定一，登记质询在场委员均已发言完毕，报告及询答结束。二，委员所提口头及书面质询未及答复或要求提供之资讯，请国防部于二周内以书面答复本会各委员，并附之本会。委员另指定期限者，从其锁定。三，委员吕孙林所提书面质询列入记录刊登公报。临时提案一案，7月10日，总统蔡英文曾大动作地宣示对于南海仲裁宣判后续局势发展才是5项具体做法，包括捍卫渔权、多边协商、科学合作与鼓励海洋法研究人才，同时也请外交部与相关国际组织 NGO 合作，使太平岛成为人道救援中心与运补基地，相关单位应有具体作为，以展现维护主权、保障渔权之决心。原此要求国防部会同相关单位于1个月内研议在太平岛成立人道救援中心、运补基地及渔业工作站之可行性评估，送立法院外交及国防委员会。提案人江启臣、徐志荣、马文君、吕玉玲、曾明宗、柯志恩、林立禅、吴志阳、徐正卫、王玉敏、王昭顺，决议修正通过。以上宣读。我们现在先请议事人员宣读报告事项。宣读本日议事日程报告事项。邀请国防部部长冯世宽率国家中山科学院研究院院长、经济部次长、科技部次长、国家发展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报告，国防科技产业发展推行委员会、国防部国防科技处在我国国防产业发展策略之组织编制、业务分工、预期目标与成果，并被质询。以上宣读。请问在场各位委员有没有意见？好，没有意见，我先来介绍一下。罗志正委员、王定义委员，再来介绍与会的各位长官。冯世宽部长、副参谋总长兼执行官，我们的蒲泽春上将、常务次长薄宏辉中将，再来经济部次长到了吗？早餐会几点到？好，来，科技部政务次长蔡明琪。好，还有国发发展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龚明鑫。好，那现在我们就请我们的国防部长来做报告。主席、各位委员先进，首先感谢各位委员先进长期以来对于国防自主的指导与支持。
本部依国防法第22条，致力于建立先进武器的研发，以提升国内产业科技的水准，而达成国防自主之目标。国防科技为国防自主之核心，必须掌握研发、设计、制造及测试，才能建立国防自主的能力。近年来，各界对于国防自主殷切的期待，大院各位委员也多所指导，本部在行政院指导下，积极推动国防科技管理的机制、组织再造，以整合部会科技的资源，并结合民间丰沛之科技研发能量，发展先进国防科技，并推动国防科技产业化，带动国防产业的发展。未来，在大院支持与指导下，将根据推动产官学研合作，努力达成国防自主的目标。详细的内容，我想请资源规划师陈司长来向各位委员报告。谢谢。请陈司长。主席、各位委员先进，我是国防部资源规划师司长陈正奇。今天应邀到贵委员会报告，请就国防科技发展推行会、国防科技处在我国国防产业策略之组织编制、业务分工、预期目标与成果、规划与进度报告如次。依前言，国防自主的核心概念是建立不受制于人的国防科技能力，也就是必须掌握研发、设计、制造与测试，才能建立国防自主的能力。近年来，各界对于国防自主殷切期待，大院各位委员也多所指导。因此，本部在行政院指导下，积极推动国防科技管理机制组织再造，目的在整合部会科技的资源，并结合产业界、学术界及研发机构丰沛的科技研发能量，发展先进国防科技，并将国防科技研发的成果推向产业化，以带动国防产业发展与经济成长。而国防科技发展推行会执行的现况，国防部、科技部及经济部为结合民间力量发展国防科技工业，加速推动国防自主，于民国74年就成立国防科技发展推行会，并受行政院的指导，主要的任务如下：一、规划拟定国防科技工业发展方案及监督方案之推行；二、国防科技工业有关机构、法人团体及产品资料之调查及建立；三、军品外购之技术移转等工业合作之协调及配合推动；四、国防科技工业人才之培育与运用；五、国防科技工业与学术研究机构及工业界之协调配合；六、从事国防科技研究发展厂产制维修销售计划与特殊个案之协调及推动；七、其他关有关结合民间力量发展国防科技工业之协调及推动。国防科技发展推行会每半年召开委员会一次，检讨方案及会议决议事项推行成效。目前已召开35次委员会，会议决议事项由国防部函请有关机关或单位办理，其属于方案修正或重大政策，需报行政院核定者，由国防部呈报。三、国防科技对我国的启示。美国在1958年建立国防先进研究计划局，DARPA 以先发制人的战略建立美国科技领先的优势，防止他国的科技威胁美国，使美国成为改变和创造游戏规则的科技领先者。美国 DARPA 成立以来，创造许多不凡的成就，例如网际网络、全球定位系统、虚拟个人助理、逆中技术、材料科学、无人驾驶汽车、智能义肢、远程现场手术系统、超音速发动机等。美国 DARPA 预算只有国防预算的 0.5%， 编制240个人，没有自己的实验室，却能对军民通用科技产生伟大的贡献。对我国国防科技发展的启发如此：第一个，创新不需要大量的资金和庞大的组织；二、科研专案外包不需投资实验室，却能鼓励科研概念的创新；第三，办理科研竞赛可汇集民间科技能量，激发科技创新；第四个，进行高科技高收益的研究，促进收益回流；第四个，研发计划同步考量产业化，使科研投资产生效益；五、公开透明和良性竞争，促进科技创新。
瑞典、日、韩都有类似的机制，其中新加坡于2003年成立未来系统委员会，对其国防军成功转型扮演关键的角色，并促成航太公司建立航空、船舰和战车国际销售网。我国国防科技管理机制亦需随着世界的趋势与时俱进，因此国军要转型科技化，成立台湾为台湾量身定做的 DAPA 刻不容缓，是国防科技发展的愿景。国防科技发展必须前瞻国防科技的趋势，除需结合联合作战需求，发展渐进式创新技术，并基于不对称作战需求，发展突破式创新之国防科技。另外，有效运用国防科技研发的成果，本部推动国防科技结合产业界能量，带动国防产业的发展。为有效运用科技资源，结合产业界、学术界及研发机构丰沛的科技研发能量，发展先进的国防科技，本部规划推动现有国防科技管理机制的再造，其以前瞻科技趋势，结合联合作战能力需求检讨，发展创新的国防科技，并结合国防科技产业化，建立合宜的国防科技管理机制，达成发展突破式创新技术，减低他国科技威胁，并带动国防产业发展的愿景。五、国防科技管理组织再造的规划。一、目前的国防科技管理机制由国特会担任，定期受国防部、经济部及科技部次长共同召集，受限没有固定的预算，部会参与层级不高，无法有效整合国防科技能量与资源，相关研发成果应用效率有待提升。二、为整合国科技预算，有效应用国防科技研发的成果，行政院分别在7月28日、8月8日及8月17日召集筹备会议，将国防科技发展推行会改组为国防科技产业发展委员会，提升召集人的层级，由国防部与行政院科技汇报共同编列科技预算，由国防部编成国防科技发展室，推动未来先进科技发展的工作，并规划以两个阶段来推动。括弧一，第一阶段从民国105年7月28号到106年的12月31日，成立国防科技产业发展委员会，预化、裁撤国推会及学合汇报，保留产业合作发展汇报，另由本部资源规划司科技企划处更名为国防科技处，以筹备处的方式试行筹组，并推动先进国防科技发展的相关工作。推动的情形如后：一、成立国防科技产业发展委员会，编组尚于研拟阶段，目的在强化部会科技资源的整合，使国防科技推动更具效果，并重视产业化。二、成立国防科技处，由本部资源规划司科技处、科技企划处筹编预化，其基本任务为：一、前瞻国防科技需求；二、办理研发挑战、研发专案，以汇集国内多元科技能量，发展国防科技；三、审查中科院机密研发及委外科技研究专案；四、结合军民通用科技释出，推动国防产业科技化；三、修调产合汇报的功能。产合汇报的前身为工合汇报，已于105年转型，其任务为：一、办理军品研发、产制、维修作业管制；二、推动第三方认证验证制度，从承制能力及产品制程管制，确保产品之品质与寿命；三、推动产学合作，协助承商突破技术缺口，缩短研制时间，提升产品品质。二、第二阶段从107年起，国防科技处试行运作一年后，视实际运作的情形，在检讨组织编装效益评估后，视需要修订国防部处规程等，如确属可行，在研拟成立国防科技发展室。三、未来国防科技管理将执行产学合作、研发挑战、研发专案、军民通用科技发展及科研预算审查，以累积科发成果及培育人才，提升武器发展之技术水准，并降低研发风险。另与经济部合作，透过技转授权等方式，将成熟的国防科技产业化，提升国内国防工业研发的自主产能。六、推动国防科技管理机制规划的方向。一、105年7月28日，行政院召开第一次国防科技管理机制研讨会后，本部执行现况摘成如后：以105年9月30日成立国防科技发展室筹备处，试行并推动各项准备工作；二、以不增加现有预算的条件下，推动国际国造先进科技的研发；三、推动产学合作，
拟请经济部协助城商突破技术缺口，缩短研制时间，提升产品品质。国防科技管理机制规划如次：一、预划每两年办理一次科技前瞻，并以作战需求导向选题，使需求、科研与系统发展串联；二、研发挑战，以高中职科技发明挑战，计划办理高中职基础国防科技研究，使国防科技研究向下扎根；二、大学科技研发挑战，办理国内大学研发挑战，取得先进技术，并培养国防科技研发人才；三、产业界科技研发挑战，办理产业界研发挑战，取得先进技术，并培养国防科技研发人才；三、基础科技研究，依国防科技研究规划，检讨先进科技研究应先期执行之基础科技研究，委托国内大学执行，取得研究成果之后，并培养国防科技研发的人才；四、先进科技研发的专案，整合已完成基础科技研究项目，委托国内法人、大学、研究机构或合组联合团队来执行，将研究成果推向应用；五、居民通用科技与指标专案，依法人、大学、研究机构分析产业趋势，申请居民通用科技研发计划或办理计转授权，将国防科技研究成果推向产业应用；二、结合国机、国建、国造及治安等指标专案，结合国内能量，同步进行关键组件的研发。七、结语：从美国和新加坡的成功经验，建立国防科技管理机制是发展国防科技、达成国防自主的最佳途径。本部将秉持国防法第22条与行政院政策指导，持续结合民间产学研的能量，以多元科技来源，在大院监督下，努力国防科技的研发，满足国军建军备战的需求，并将国防科技研发成果产业化，带动国防产业发展，共创国防与经济发展的双赢局面。本部视察美国 DAPA 成立为台湾量身定做的国防科技管理机制，有关组织架构、任务执掌及预算来源等事项尚在规划阶段，敬请各位委员指教。感谢各位委员对本部国防科技发展与国防自主的支持，谢谢。报告完毕，敬请指教。先请科技部报告。主席各位委员各位与会人早安我是科技部陈明启接下来由我说明目前科技部跟国防部的合作事项第一科技部与国防部之合作研究计划合作说明科技部目前与国防部合作推动国防科技学术合作计划，补助学术研究机构参与国防科学技术之研发，国防科技之需求由国防部负责与主导，国防部、科技部与经济部为结合民间力量，发展国防科技工业，加速推动国防自主，特成立国防科技发展推行会，简称国推会，由国防部副部长兼任召集人，科技部政务次长及经济部政务次长兼任协同召集人，为推动国防科技研究，国特会下设有学术配合发展汇报，简称学合汇报，由科技部配合国防部推动，协调促进学术研究机构配合参与国防科学技术之发展研拟及推动学术合作计划等事项，建立国防科技之机敏及特殊性，国防科技发展之研究由国防部以专案管制方式进行，并由科技部与国防部对等编列预算，合作推动国防科技学术合作计划。研究重点与项目是由国防部提出，包含航空技术、机械、电子与资讯系统、材料与应用化学、系统与管理、海域声学等。近6年来，科技部与国防部每年共同补助经费约1亿元，补助件数约有100多件。国防部与科技部之研究成果如下：国
国防部国防科技学术合作研究计划目前已有许多成功应用效益，如台湾海峡混响模式建立与实验验证计划，研究成果着重于水下声学之基础研发与海军国防科技技术应用，目前海军已应用于水下声纳系统，成效优良。台湾西南海域流矿之分析与模拟计划也有非常优良的成果，计划成果已纳入研究期间所有观测资料与水文资料库，并采用相关分析报告作为作战环境分析应用。台湾海峡外岛与西部沿岸海雾侦报之分析与模拟，建立预报参考指标，计划成果优良。计划成果已提供国军台湾周边海域数值模拟作业分析及参考运用，构建台湾东北海域表面海流统计模拟及地理资讯视讯系统，计划成果优良。计划成果已提供国军台湾东北海域海流观测作业参考运用。此外，科技部配合国防发展政策，已推动相关专案研究计划方式，针对国防部特定需求项目或系统进行学术研究。104年，科技部推动水下载具应用技术先期研发计划，以专案研究计划发展潜舰性能分析与评估的学术研究能量，借由潜舰基础研究的能量的提升，作为产业设计能量的分析评估后盾，为我国潜舰国造计划建立坚实的应用发展基础，同时也培育高阶潜舰应用技术人才，以配合潜舰国造之使命，以其达成下列目标：一、促使学术研究转为应用技术和产学研究；二、培育硕博士级水下载具应用技术人才；三、全国各大学的研究设备能有效整合人力与设备做适当分工；四、规划技术应用框架及其产出。第一期计划于是104年5月至105年3月31号，科技部补助约有1500万。第二期计划从105年4月开始执行，科技部补助也约1500万。三、科技部就国防产业发展之规划，科技部南科高雄园区目前已有长亨、成田、克马里、公准、小青、东台、万润等施于瑜伽精密机械厂，进驻支援航太零组件产业发展，以具航太产业聚落雏形，建议可以将高雄区纳入国防产业科技园区之整体规划，与经济部所辖工业区共同合作，成为北高雄国防产业之一环。未来做法可结合汉翔军机国造，连接汉翔高雄冈山发动机甲厂量能，并引进相关航太精密零组件供应商，强化供应链体系，以将同步发展南科数位制造中心，协助产业进行少量多样产品开发，可有效缩短开发时程，降低成本，技术升级，以争取国防部及国际大厂订单，或者高雄区航太产业聚落发展。国防科技能量与学研研发能量的相辅相成，是世界各国提升国力的趋势。科技部过去动员大批学界人士参与国防科技前瞻基础研究，以储备相当多的研究及规划人才。如果国防部有意设立专门单位，科技部将提供适当之协助。以上简要报告科技部与国防部之科技研究合作及国防部国防产业发展之未来规划，敬请各位委员会议指教，谢谢。现在经济部的
政务次长已经到了，我们请沈荣金次长报告。主席、各位委员，大家好。今天应邀到贵委员会就国防科技产业的一个发展推行会委员会，以及国防部国防科技处在我国国防产业发展策略的组织编制、业务分工、一起目标跟成果来报告。感谢诸位委员对本部协助国防部来推动国防科技发展以建立国防自主能量的关心。首先谈到多年来本部遵照国防自主以扩大内需的国防工业发展政策，以国防跟民生相结合的一个科技工业发展愿景，来积极鼓励民间参与国防工业，如在经备采购前协助国防部来评估国内产业承制的能量，以及盘点国内的技术能力，为建立国防自主能量做准备，同时配合经备的采购，应用工业合作来引进国外先进的技术，最重要是建立精品厂级的一个维修能量，最重要是来扩大技术应用的效益，及创造民间参与国防工业的一个商机，最重要就是借这样系统性的发展策略，逐步来达成国防需求跟民间供给的一个相结合的国防科技工业发展愿景跟目标。目前本部重点工作为配合国防政策来发展国防航空跟国防船舰的产业，在兼顾国防安全跟产业发展，将国防航空跟船舰的一个产业的技术跟留台湾，持续来创造就业的机会，最重要就是来带动整体产业的一个经济发展，以及达成产业技术转型升级的一个目标。首先就是协助推动国防产业的目的，最重要是配合国防部的一个政策来发展国防航空跟国防船舰的产业，以同时兼顾国防安全跟产业的发展，将结合产官学院的资源来自主开发国防航空跟船舰产业的关键技术，并将技术跟留台湾，创造就业机会。目前配合空军跟海军采购的需求，本部结合航空跟船舶业界的力量，以共同建立国机国舰以及国舰国机国造以及国舰国造的一个产业的一个供应链。那目前的一个办理情形，协助推动国防产业部分，首先是本部持续应用航空产业推动发展以及船舶产业辅导的相关计划，来提升国内航空跟船舶制造的维修能量，并整合业界的能量，来扩大承接国防航空跟造船的一个市商的一个市场。同时本部也应用工业合作计划、产业升级创新平台辅导计划或科专的计划，来提升技术的能力，并协助国防部在这一些国外的先进技术的移转到军民的单位，来互补合作，建立军舰、军机、军舰的维修能量。本部跟国防部共同责派专业的谈判跟技术人员组成一个联合谈判团队，借着谈判争取高科技的关键技术的引进，最重要就是来促进国防技术升级，提升整体国防科技能量。期间也持续召开天鹰计、天理的一个专案，以及征收雷达专案、还有轰展专案、神欧专案等过案的联合谈判团队的会议，争取关键技术引进，来提升国防科技的一个能量。在国机国造部分，有鉴于国防航空产业具备高系统整合、高产业的一个关联等特性，组成为五大创新产业推动政策的一环，未来将配合国防部推动高
高级教练机的一个国机国造方向，结合中科院跟产业界的力量，来建立生产能量，支持国防航空产业的一个发展。依据五大创新产业推动方向，我们强调链接未来，以及链接全球、链接在地。国机国造将以因应产业发展趋势，推动产业技术升级，结合在地资源跟能量，建构航空产业的肌肉，同时也链接这一个国际的军机大厂，引进关键技术跟拓展海外市场，整合关联产业的能量，带动智慧设备的发展跟应用，为发展国防航空产业为主轴，为达成上述目标，以规划国际国造推动的策略，首先是筹建关键核心的技术，以及提升国防技术的附加价值，以及协助建筑航空品保的认证体系，同时也建立航空供应链体系，推动国际航空合作。在国建国造部分，为因应国防船舰产业发展趋势，建构船舰产业肌肉，为发展国防船舰的产业主轴，为达到上市的目标，以规划国建国造产业推动的策略，首先是建构船舰的产业肌肉，同时也提升产业的技术，来带动整个船舶产业的发展。展望未来的重点，首先是要配合高教机的一个国机国造，本部已盘点国内航空产业能量，规划后续重点工作。第一个，筹建关键的核心技术；第二是建立军机系统的供应链体系；第三是协助高教机的技术自主开发。那谈到配合国建国造部分，那经济部盘点国内船舶的产业能量，来规划后续推动的重点项目，就是整合国内船舶产业能量，投入船舰研发跟铸造，以及推动国内潜舰研硕的计划。最后，本部助协助国防部推动这一个国防产业发展，以建立国防自主能量以来，在大院及行政院的指导、各级长官督导跟全体同仁努力之下，已奠定雄厚基础，并获得显著的效益。今后当勤策勤力，努力以赴，依照政府推动国防产业的发展愿景，来精进各项业务，达成国防跟民生共存共荣的一个双赢目标。以上敬请指教，谢谢。好，谢谢市长。中科院已经在国防部那边已经报告，就不再报告了哈。我们现在请国发会的副主委，龚副主委报告。主席、各位委员、各位先与会先进，大家好。那今天承蒙贵委员会的邀请，那本会仅就五大创新产业的国防产业推动方案，研拟的情形向各位与会的先进提出说明，敬请各位委员指教。那么依据总统提出的五大创新产业的政见，国防产业将以连接现在与未来，连接军方与民间，连接在地与全球为原则，以航太、船舰、治安三大产业为核心，借由国防武器与设备的自制、采购、升级与更新，带动国内的航太、船舰、治安产业以及周边的机械、材料、电机等相关产业的一些成长。同时，为了加强在地连结，拟以台中、台南以及中科院为航太的工业据点，以高雄、屏东、宜兰等地为船舰的工业基地，以台北、新竹为治安产业的发展重心，借由军用的需求来扩大国内相关领域的市场需求。政策重点将兼顾国家安全、产业发展以及社会发展的各层面的需求。在国家安全方面，可借由提升国防的战力，提高国防自主的程度；在产业发展方面，则可振兴国防产业，稳健经营国内需求，鼓励产业技术升级以及系统的整合能力。在社会发展方面，将可带动军民合作的良性循环，强化产业聚落的效应，并增加就业机会。第二个，在有关于国防产业推动方案目前的研拟情形，
本会业已经邀集的行政院治安处以及行政院的科技汇报办公室、经济部、国防部、科技部、中科院、工研院、资策会、传播中心与汉翔公司、台船公司等单位已经召开了四次的研商会议，初步完成了国内产制能量与关键系统缺口的盘点。国防部并就国机国造、国建国造提出了需求的规划报告，经济部则就国防的治安产业提出了这个精英人才的培训的一些规划。此外，为了推动国机国造以及潜舰国造等指标的专案，并整合国内产官学研的资源与能量，带动国防与民间产业的同步发展，国防部已经在2015年6月13日成立了国防产业发展小组，并于后续成立相关的管制室。那预计到2015年的时候呢，可以提出国防产业发展策略，并协同相关部会订定国防产业推动方案。本会后续将持续会商相关的单位完成此方案，并与行政院核定后，由各相关单位积极推动，以早日落实国防自主的目标。另外，在有关于台湾这个 DAPA 的这个机制的推动上，为了强化国防科技研发与产业发展，行政院科技汇报办公室在2015年8月17日邀集了相关部会，召开了台湾 DAPA 的建制的构想的会议。初步的决议将以现行负责国防科技发展政策指导的国防科技发展推行会改组为国防科技发展委员会，以强化该会的这个跨部会整合的功能，以国防科技政策发展的决策的任务，同时设置台湾 DAPA 的机制，整合民间科研的力量，并强化国防部、经济部与科技部的合作，以有效推动国防科技自主化与产业化，支持国防科技的产业发展。国防部初步规划了该部的资源司科技计划处先扩编为国防科技处，未来再升格为直属国防部的国防科技室。本会后续将配合国防部的相关组织的编化规划，那协助跨部会的一些协调事宜。最后，本会认为国防不只是国家安全议题，它更是国家的一项重要的策略产业。借由发展国防产业，带动相关产业周边中下游的供应链的成长，将可提升台湾产业的竞争力的提升，并创造更广泛的社会与经济效益。本会将持续与各部会共同努力，积极完成该方案，让台湾的国防产业可以逐渐成长，以落实国防自主。以上报告。好，有没有其他要补充报告的？没有，我们就开始询答。本委员会的委员是10+2，非本委员会的委员是8+2。我们现在请罗志正委员。谢谢主席，可不可以先邀请我们冯部长？请冯部长。罗委员早安。部长早。部长，最近国防部状况不少哈。昨天凌晨有我们 S 拐洞 C 驾驶员这个飞行员被雷射来照射这样的事件，有没有？我有听说，但是他这个所谓雷射，他不是故意的。你确定是不是故意吗？那个驾驶员自己在那个他自己脸书说是故意的、哦、是的，因为在台北被照一次，在彰化被照一次、啊、是的，我认为啊，譬如说我们在这个 Amigo 的那个球场上面，我们有那么强烈的灯光，他们都可以执行任务。但是你假如说是这个雷射光的话呢，会直接这个射到他的这个视觉。部长有没有安全问题？操作错误，他有安全错，有安全问题的，甚至有可能出现意外嘛，对不对？一定会的。那请问一下，你自己是空军出身的、哦、对于这样的事情未来可能会更普遍哦，部里面有什么做法没有？我们昨天呢、啊、空军给我报这个事情的时候，我特别跟空军讲，我们应该把这个事情的严重性啊作为普为宣传。另外我们希望能够这个提出警告，对于这一些用雷射光去照这个飞行员的这个
事情啊，能够消弭于无形。所以不是只有道德劝说。我想我们还会再做一个防治。本席支持国防部采取一些做法。是的，甚至必要的修法，来对于这些所谓我们的这个飞行员照射的这种情况，或其他妨碍飞行安全的情况，要做一个全面的检讨。谢谢委员的支持。好吧，另外一个状况哈，这两天澎湖中视这个事情啊，细节部分我不谈，我只想厘清几个事实部分就好。这个中视到底什么时候提出价单？什么时候提出价单？我请陆军的参谋长来回答这个问题。请是跟委员报告，是他提出价单，事实上他是先延后婚嫁，那延后婚嫁的权责是少校。价单什么时候提出了？婚嫁的价单。他提出来的时候，他们连上就跟他讲说：“你要没有价单什么时候提出？还现在还搞不清楚，什么时候中士和王中士提出价单？价单的部分我们不太了解。10月19号批准，对不对？但什么时候提出？我想了解那个大概花了多久时间你才批准价？10月19号是延后价单批准。好，所以是延后有两块嘛，一个是婚嫁。”然后延后婚嫁，对不对？ 是。婚嫁什么时候提出？婚嫁，他是9月23号提出。9月9号结婚。9月23号才提出。他9月9号结婚的时候，他没有通知任何人。对，我知道。所以我想确定价单什么时候？9月23提出。是。然后是有没有批准？那个当时没有批准，加延后。所以。连队长官希望他延后，对不对？也不是连上长官，就是说他那我们是在十月有演习嘛，有一个火炮射击，对，那他考量任务，所以他自己考量要延后，他自己延后。好，那延后休假的这个假单什么时候提出？副营长在是10月19号重提申请，那副营长后来就核准了，当天就核准，是这样子吗？11月24号。到12月8号延后婚嫁的时间，那个嫁单什么时候提出申请？什么时候提出申请？10月19号，19号批准嘞，19号申请，19号批准了。跟委员报告，他这个他当时提出来的时候，他们讲说他是要全责是少校，所以他们就跟他讲说要呈到营部去。后来副营长在10月多分，10月19号了，你们那个新闻稿写10月19号，10月19号，那个部长，详细情形我们不知道怎么样，还要再调查。但是你们自己先把事实先做厘清嘛。是的。19号批准，20号自杀，你们觉得很奇怪，会不会觉得很奇怪？19号都已经批准让他可以休假延休了，然后20号就发生自杀的事情，他照理应该很高兴啊，同意延休啦，结果20号就自杀，那不是很奇怪吗？我觉得时间序是有问题的。报告委员，这中间可能还有其他的原委，所以部长回去好好调查，至少把事实先做厘清，好不好？是的。好，回到我们今天主题，那个参谋长请回哈。部长，请问一下，要成立台湾版的 DAPA 是不是一个重大决策？是的。这个决策是部长来决定还是处长来决定？这个事情啊，是我们依据我们国防白皮书里面有请国防部成立一个研究的机构。这个决定最后要决定定案是处长决定还是部长决定？是部长决定，当然是部长决定嘛。对，可以没看到我们处长先公布了。我们由处长自归是由处长，他不是公布，是因为记者问的时候他答询。好，那我问你，请问一下部长，他告诉我们，明年1月1号要启动，这是不是事实？这个所谓启动是实验，并不是说我们还没经过立法院把组织这个都。那部长，我请问一下。处长在答复记者，他讲的那些东西，部长，你那时候核定了没有？那个时候并没有核定，还没核定嘛？是，他的对话已经先讲了，还包括什么？但是我们在计划之中。我知道，但是具体他已经告诉我那么多、哦，要从那个科技处变成科技处，对不对？然后变成升格为国防科技室，然后又告诉我们未来主官12职等，然后副主官是少将，有23个专案名额，每年预算30亿。然后最后负责中研院的这个项目的审定，报这是处长讲的。报委员，我知道他这个报的是先那一步了，但是我们在计划中间呢，不得不把这些啊先做一个研究。没有，但是问题是记者在询问，媒体在询问的时候，他把我们的计划都这么具体的告诉我们了，三十亿在哪里，我还没看到。这个我
我想张贵司要补，所以我才讲说为什么到底这个政策是部长决定还是处长就可以对外宣布了。报委员，市长你都还没有，你还没宣布，你们处长都帮你宣布了。不是，跟委员报告，是任何重大的这个机制的改变哈，它定一定有一定的过程，这个过程绝对不是一蹴可成。我想委员非常，可是这个具体答案都出来了。但是我觉得那一天是因为委那个报章杂志有一些讯息的这个媒体的披露以后，我们处长做了一些说明。那你要说多少？稍微宽了一点。没有说多少，具体多少，你们自己要拿捏嘛。是我们所有外交委员会的委员没有人知道，然后啪啪啪，连几职等都知道了，几个编制都知道了。像立法院都还没报告。是向委员报告。事实上，任何一个淤泥的附案，它都有一个，比方说我们准备要怎么做，但是没有澄清之前。的确是，那我们是不是要背书？不太适宜。我们是不是要背书这些东西？但我想这些附案的内容啊，都可以在行政的指导之下，我们还可以做一些修条。我的意思就是说，今天我们主席排这个是非常好的。为什么？你们这都已经好像定案了，然后我们来背书，这不是很奇怪吗？没有这个意思。我想我们一切都在筹备中，筹备的程序中。我们今天只谈国防科技管理机制，至少三块，我觉得应该被讨论的。一个是科技发展的部分。一个是产业发展的部分，最后是现有的编制跟人力资源够不够，对不对？是的。好，部长，我想请问一下哈，国防生技科技发展的这个生产的流程这么多，从基础研究、应用科技、关键技术展示确认、工程发展到生产部署，部长，我请问一下，这些业务现在谁在管理？一部分是我们在这边，一部分是指挥司，对不对？一部在军备局，一部分在军备局。部长，哪一部分指挥司，哪一部分军备局？基础应用跟关键技术。我想这个前三项啊，应该是归这个军备局所。没有，前三项是指挥司，指挥司后三项是军备局所。没有错吧？但是关键技术发展是有重叠，部分重叠了，部分是指挥司，部分是军备局，对不对？军备局局长可以上来一下，顺便。这个是连贯的。今天这份报告里面，我找了半天，没有军备局三个字。没有。部长，军备局不见了嘞。是我们这个报告中间没有把军备局，不是很奇怪吗？这是指挥司在负责的，所以以后军备局是不是要废掉？报委员，我想我们在写这个报告的时候啊，我们只是把初步研究的机制报告，假如实际上要做的话，一定会依据这个流程来做。这个报告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说，那成立国防科技室之后，那军备局的角色、指挥司的角色在哪里都没有提，部分业务一定要提拨出去，对不对？是的。对呀、啊，那军备局要干什么？现在我们知道前三项是指挥司，后三项是军备局，这是部分是重叠的。报委员，不然这个科原来的科产处啊，我们就在科技处，原来就在军备局叫科产处。对呀、啊，所以我们军备局延伸出去到资源司做资源科技资源规划的部分。所以在本来在他跟我们军备局是做连是有连结的，不是单独的。我知道，是的。本来这些业务通通在军备局，对不对？本来这业务全部在军备局，102年之后部分拨到了指挥司，是的，所以本来是事权统一的，拨一半出去了，所以这就是问题。本来要同意在事权统一嘛，是要用军备局或指挥司，我没意见。但重点是当时拆成一半之后就出现问题了，或者状况分工就出现一些事权不一的问题了。OK， 部长，我想请问一下，国防科技室未来的国防科技室、军备局资源规划书是国家司。他整个的未来的组织会不会有叠床架屋的问题？试行了以后，我们把这个问题再做一个厘清。报委员，我先回答您上一个问题啊。我觉得上一个问题委员有指出来我们将来要注意的事项。那么这个问题呢，我想我们要研究，我们不应该让它叠床架屋。我们试行一段时间以后，一定会来检讨。对啊，所以我才讲，就是说你们现在弄一个国防科技室。然后就对外宣布以后要审中科院的一个审核计算。那部长，你知道中科院现在这个项目审查是谁？军备局，对不对？对，军备局嘛。是。以后移出去给国防科技室，是不是？目前还在军备局手。没有，以后也是。以后你要国防科技室，我要问了、啊。以后这个审查是谁？告诉你，你这个报告告诉我是国防科技室哦。原来我们在科技研发经费预算执行的部分，都是由我们军备局来负责审查跟执行。对，可是拨出去之后啊，如果以后变成国防科技室，谁负责审国家重大的国防科技计划项目？谁负责审？那个陈市长，我跟委员报告，
那么事实上，整个科技国防科技研发的前端一直到后方，一直到后方啊，后端，造成所谓具体军品的生产，大概有它的流程。如刚才委员所指导的一样，我们前端的科研能力啊，今天为什么会有这一个所谓国防科技科研机制的一个组织在做一个调整？我想我们是参照刚才您也很清楚DARPA的这样一个优点来做。那我觉得在我们现在国家的科研体系里面，中科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机构，不可或缺。但是我们觉得，如果可以把国内产学研的能量，把它从不同的面向把它加进来，我觉得对于这一块会。部长，我只需要提醒你哈几个原则哈，提供你做参考。是的。你们从来没有去检讨现在的制度有什么问题，你军备局跟智规师现在分工之后出了什么问题，你没有检讨啊，马上要成立一个新的单位，不是很奇怪吗？所以第一个要求我请部长先，主席各位点时间哈，先业务盘点一下，是的，先业务盘点，然后找出计划盘点，是的，找出问题，因为这个报告没有检讨现状，你现在检讨什么？国推会啦、工合会啊、学会，那个不是你们。先检讨国防部、现在军备局、智规师等等各业务单位，他们到底业务怎么分工的？第一个，业务盘点。是的。第二个，权责相符。我们只希望一条边才会有效率。可是现在感觉上，你们还没有想到未来国防科技师成立之后，军备局的角色、智规师的角色，感觉像是智规师扩大，然后弄一个军备这个国防科技师，所以权责相符这很重要。是的。第三个，组织精简。整个政府目前是不断在做组织的检讨，它一个方向就是组织精简、专业分工。这个国防科技是有没有能力去做这个计划审查，也要思考。最后的最后，部长，这次本席到美国去的时候，美国非常关切一点：当我们未来推动产学合作的时候，我们的出口管制、我们的安全查核问题，这个未必会在这个国防科技是做负责啦，但这一块也一并检讨。是的，好，所以这个只是一个初稿。我们希望在讨论的过程当中把各方意见放进来。我比较诧异的是在里面完全不提军备局，这是很奇怪的一个检讨报告。我局长，你们何局长，你们完全被忽略了呢？没有，我们有参与，可是完全不提到你们的角色啊，很奇怪。部长，好好做，要做好，先把美国DARPA到底在干什么搞清楚。我们这个不叫台版DARPA啦，那是很好听的名称，这个不叫台版DARPA，我们有自己的规划一个做法。是吧？是的，部长，谢谢，谢谢指导。本委员会登记质询时间到4:30截止哦。下一位，请江启臣委员。放一下 PowerPoint。 好，先主席先邀请部长，请冯部长。委员长，部长好啊。部长，我请问你，我们国军有几支特种部队？我想我们国军呢有我所知道的有三支。三支，这三支都在干嘛？三支特种部队，哪三支？没有任务的时候，他平常忙于训练。哦，对，那有任务是负责什么任务？他们有负责反恐。反恐。有负责反劫机、反劫持。那还有什么？还有这个反这个所有在海上所遇到特殊状况的作业，都由他们来执行。所以你刚刚提到的这些。总共有几支？三支吗？是。确定哪三支？我们这个知道的有陆战队，有宪兵，我们还有特战的部队。你都去看过吗？我去看过两个。部长，你上任快半年了哦，这些可以具备打击力量的部队，你都还没有去看过。我去看过了两个。好，没有关系，我建议你要好好去看。是的。为什么？你刚刚提到反劫机、反恐怖、海上的这些，就是反海盗嘛，对不对？我们具不具备这些能量？我们具备这些能量。所以人质救援是不是他们的任务？是的。是嘛？哈，那当然，
这两天我们知道新闻上看到索马利亚的海盗问题，我们有人质啊被劫持在那边超过四年，将近五年，最终经过国际人质的支援伙伴组织，就是 Hostage Support Partner 来帮忙营救，啊，顺利的救出来，但是当中也有不幸丧生的。当然，这里面就大家就在怀疑，甚至在质问说，政府能够做什么事？我们当然知道，所有的人质的营救跟救援，不同的状况有不同的这个政府角色要扮演，对不对？所以我想请教部长的是，像这一类的事情，未来如果再发生的时候，我们有没有相关的能量？还是说我们应该跟哪一些国家组织平常就该有密切的合作管道，必要的时候可以出动救援，不管是不是救我们的人？部长，你的看法呢？这个给委员报告，我想我们应该从两个方向去努力。一个就是我们对于这个国家政策要努力去执行，第二一个就是说我们对于国际救援组织啊，我们应该要去有这个国安会来做更密切的联系。当然了，这个有一些决策不是国防部单一决策了，但是实际上如果真的需要应用到技术面的时候，是你们人在你们这边，能量也在你们这边，所以我今天要讲的是说，今天政府之所以为政府，就是保护人民。是的，遇到所有我们的国民受到，不管是受到哪一种的伤害，我们都应该想尽办法的去营救他们。是的，帮助他们。是的，而不能说这个我完全无计可施啊，我不知所措。我如果这样的话，对人民来讲，就只能寻求民间的单位。我们国军不会这样。民间的单位可以把人救出来，政府居然没有角色，这也让人家觉得很奇怪。所以我在这边，我当然因为这个事情跟你没有直接关系了哈，我只是提出来，因为如果真的未来有类似的事件的时候，国军当中是有这样子能量的啦。是的，当然这中间涉及到很复杂的谈判协商。跟这些海盗组织的这些沟通，这个还有一些管道要去处理。是，但是国军在这方面，我相信我们有相关的能量，是在必要的时候可以用得上的啦。是的。那第二，我想追问就是关于DAPA的事情了。你刚刚提到说，国防部会讲出DAPA，是因为有记者问嘛？所以讲出来。但实际上，我要让你看的是不是？这一切就是国防部已经做了很好的准备，已经有所准备了，然后在记者会里面刻意讲出来。我让你看一下你们自己11月11号自己你们处长所开的记者会啊，这是10月11号的记者会啊，你们的支援处支援师的科技计划处的处长游处长他自己讲的啊。游处长今天有没有来？有。游玉堂次长。处长，这你讲的嘛？报告员，我先解释一下，对不对？这个是因为好，没有你听我讲完哈。我意思说，其实国防部你们有去评估啦，你们也决定了嘛，所以你提出来说台版的DAPA跟达正案完全不同嘛，是的，你去做解释嘛。台版的DAPA是什么？是国防科技处嘛？达正案是一个达正公司嘛？你说达正案是在做达正公司是做军火买卖嘛？你说你们不是嘛？你们不是做军火买卖啊？你们是做先进科技的研究啊？发展突破创新的技术啊？不对称战力的研究啊？还有国防科技的产业化，其实产业化那个才是重点啦。我看来看去，大家就看到就那个产业化那三个字啊。然后目的啊，这个达正案你们认为那是专营军火买卖，升级法系系统，然后。台版的DAPA不是，是要做相关的这些技术的整合，带动经济的发展。所以其实DAPA对于国防部来讲，这个游处长是做比较详细的那个解释的。实际上在他之前啊，国防部的副部长啊，你们副部长在美国自己就讲了、我是听到他在美国讲之后，我才在脸书写了一篇说，我不晓得DAPA在台湾要做成什么样子。所以我呼吁不要变成另外一个达政案。是的，所以你们才10月11号又出来开记者会说没有啊，这跟达政案完全无关。
这是台湾版的搭爬，所以实际上部长我要讲的是，国防部已经在准备了，所以也不要否认，也不要否认，只是说外界对于搭爬台湾版的搭爬还是有很多的质疑，是，所以国防部的义务是要告诉我们，为什么过去的这个国推会，也就是国防科技发展推行会不行，必须要另立一个所谓的国防科技处或者国防科技的研发室之类的，对不对？你必须告诉我们为什么现在之前到过去到现在在运作的这个国推会它不可行。部长，你知道国推会在做什么吗？你知不知道？你也不知道，因为如果搭爬这件事情，台湾版的搭爬，我不管你是不是叫搭爬啦，你有你们自己的名字啦。但是针对你们要做国防科技处这件事情，部长你都不清楚的话，那我呼吁这个案先暂缓啦，让部长先搞清楚。第一个，搞清楚过去的国推会在做什么，问题在哪里，为什么你们觉得它是问题？你们提出来的检讨是说，目前的国推会啊，你们的批评啊，没有固定预算。部会参与层级不高，无法有效整合国防科技的能量还有资源，这个实际上是很 rough 很粗糙的批判。怎么讲呢？我可以举例给你看啊，我们看一下两个的对比嘛。如果依照国推会，国推会你说他层级不高吗？你们的副部长担任召集人，副部长啊，科技部三部的部长，对啦，但是你们召集嘛，虽然说这里面包括了什么科技部、经济部、教育部都在里面嘛？以前是副部长，不是吗？但是你们就觉得说，不是我百分之百国防部主导，我就不要了所以呢，就换这个你们自己讲的台湾版的搭爬，就是国防部来主导一切嘛。否则目前的国推会，坦白讲，很多单位都有。第二个，你们嫌他没钱呐？重点在这边呢，委员不是这样子，对不对？因为你们说美国版的搭爬只有国防预算的0.5%就可以做出多么伟大的成绩，但是如果来推算台湾版的搭爬也0.5%的预算，你一年有16亿啊，但是你们现在好像编30亿，对不对？鲍委员，我想简单的给您报告，编1%嘛。您刚刚说我对这个我们执行的这个搭爬不太了解，实际上是这样子，因为以前你看开了35次的会议。那为什么现在会形成我们要成立搭爬？因为现在有国际国造的国家政策，有国家在后面的推动，所以我们觉得有一种力量，好，要让我们做得更好。好，所以如果你觉得因为你的主要的政见要推动的关系，你要成立台版的搭爬，那也 OK， 但是你必须要适宜，这里面有太多的疑问了。因为虽然说你们否认它是达政公司的翻版，可是我们想请教的是，第一个，未来台版的搭爬是国防部部长主导吗？是的，是不是？是你嘛？哈，是你负责一切，因为在你们报告里面，你们根本不敢写，召集人不敢写你，因为我们还在研议中，还在研议。那你今天给的答案就是你，对啊、哦，好，那国防部一手主导，是，所以未来这里面会涉及到什么呢？补助、媒合、技转、委商，委托给商业、产业这一部分。全部国防部来主导，这个就是让大家很担心的地方，权力集中，资源集中、所以当然监督就更加困难。再过来，刚才罗委员也有提到啊，你把中科院放在哪里？你把军备局放到哪里去的、是不是这一些单位未来他要重新在执掌上面做改变？更何况你这一个台版搭爬已经都在讲，你们要对外来招募，博士学位的23人，三年一聘，而且薪水不会比业界低，这是你们自己讲出来的，所以这个让外界就是觉得说，到底国防部搞这一个搭爬是叠床架屋，还是说为了安插特定的人，还是说为了把所有的资源掌握在国防部手上，名为产业化啦？名为产业化了，实质上会不会让这一些资源啊放在一个无法监督的黑箱当中？鲍委员，我们还有邀请152位的长官学者，好，来共同来研议。
这个又另外一个问题。是152个长官学者，你研究了，如果号称是最先进，或者对台湾来讲未来最重要的国防科技，甚至武器，请问一下，保密、秘密这件事情怎么处理？这些人员不是公务人员，这些人员如果参与了这些 project， 机密的不会啊，机密保护你如何做到？人员的筛选、忠诚度的考核，啊，还有他是阶段性的参与还是长期性的参与？如果是阶段性的参与，你根本没有办法去限制他个人的很多的在这方面的自由啊。那这个对于国防机密来讲，会不会是另外一个很大的漏洞？谢谢委员指导，我们用国防的机制 来做得更好，用国防的机制来做得更好。是，所以部长，你现在就是说跟我们讲说，基本上这一个台版大法拍板要做了嘛？我们正在实验中，我们先计划做好、这个、实验的第一阶段是什么？我们实验的第一阶段就是说看它的可行性如何，这是一定的。可行性，可行性评估要多久？我们在年底以前，我们把现在的组织看依据实际的需要跟我们所遭遇到的困难。你们目前的评估，第一个这个有多少人，第二个多少钱？这个我想智慧师来做答复。报告委员，我智慧师长跟您报告。那么事实上，我刚才在报告里面已经说，向各位委员报告，我们分两个阶段来做。当这个两个阶段现在看起来有具体的时程，但是我们还第一阶段是在106年1月1号以前，我们先用我们现在的这个组织架构的国防科技处，然后增编一点点的人力，必要人力，尤其是用外聘的方式哈，能够把国防科技处啊能够成立，然后让它去推动这个有关大法机制的这样一个调整。那么这一年的时间对我们来很重要，就包含有很多委员说我们这个机制科研的方式还有审查会不会有叠床架屋，将来我们会在这一年我想哈，我刚才其实罗志镇委员在讲的时候，我心里也是这么想，我觉得你们应该把现在的机制先做一个检讨，是你才有办法合理化来告诉我们你要成立这一个台版大法的理由。我不管他叫不叫DAPA，但是你总是觉得目前的机制无法迎合你的需求，那你必须告诉我为什么？为什么？因为这里面会涉及到你新增组织跟新增预算的问题。是，委员，我们更不用谈未来它可能发生的大家会怀疑的图利问题了。是，好好，谢谢委员指导。好，谢谢江启臣委员。我们下一位请吕玉玲委员咨询。主席，请冯部长。部长请。委员早。部长，本席特别排这个案子，就是听到媒体跟很多相关单位都说国防部准备好了，要在自己的辖下开一个科技室。这个科技室还特别的比喻，就像美国的 DAPA， 它是国防研发的一个计划书。那你懂不懂？你了不了解 DAPA 在美国是怎么样的组织单位？你晓得吗？我再问部长。报告员，报告员，美国的 DAPA 是研究，比如说它的成果有先进的这个跟未来的这种关于国防科技，或者是对于民生福利上面的都有做一个研究。那么他们这个研究的结果是，他们把这些并不有特殊的单位，他却分到各个研究的机构跟学校去，他组合成了，就是说像我们一样的把产业的能力分给这个我们的产业界。部长，你完全没有讲到重点。美国这个 DAPA 是一个研究单位，他的组织大部分都是文职的人员，而且他的底下的人员大概都3到5年的时间的方式，从产业跟学术的研究单位借调过来的。最重要的，他们是不进入我们的公务体系，不进入公务体系，让他的研究能够完全自由的发挥，可以做一个决策。他这个决策要做这个计划，做不做这个计划，都是由这个发展署计划署的署长，还有 DAPA 的相关的长官来一个人做决定。但是他是未来式的，
它是未来国防需要的，而不是现在需要的，是做这一方面的研究。而且在副部长李喜明在美国国防工业会议的时候，对媒体特别的强调的说，是为了加速国防科技发展研究的成果应用，将成立在台湾的 DAPA， 负责是推动整合各部会的资源。所以本席今天请了这么多部会，经济部、国发会、中科院，通通都来了。这些都是现有的研发技术，在完整的组织架构下，都可以协助国防部做一些国防的需要。而且这个 DAPA 不是专门为了服务陆海空军这个军种的需求，是未来我们所有需要的在做这个研发。所以本席非常不解，国防部已经准备好了，计划都做了，那你可不可以想一想，如果这个承办人做这个计划，到主官，到各个相关的单位做这个计划，要多少个人签名盖章？多少个人签名盖章？你一个计划做出来又要一个月，给长官这个签名盖章又要一个月，那这样子你服务的对象又是谁？可以自由去研发去发展吗？鲍委员，我跟您报告。那么事实上，任何一个科学研发的机制，它都是与时俱进，不断在进步的。这是当然的。如果我们现在的机制，当然有它非常好的一个成效，一定的成效，但是我们觉得配合现在委员也很清楚，我们三大指标的这个国防产业，比方说国际国造、国建国造，还有治安的部分，如果说我们在整合，能够跟经济部或者是这个科技部，还有国家国发会的这个政策的这个推出之下，做成一个整合，而让我们的整个所谓产官学研的能量，能够在这个点里面，你一个整合的单位一年要花30亿的经费，我跟委员报告，你是资源的整合嘛，而且你特别的强调说，所有只要研究发展的项目，全部都会委托基础科技研究，跟委托国内大学来执行，先进行科技的研发专案，再委托国内的法人大学跟研究机构。是，这在你第八页里面特别强调了，这个只有整合的资源，整合资源，我们体系底下就有中科院的，有经济部，有科技部。是，所以跟经济部、经济部跟科技部，请上咨询台。其实跟委员报告哈，中科院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研究机构。刚才我做，你都很强调重视了。但是我们希望这个来源更多元，学界跟产业界也有它非常精辟的、非常高端的一些能力。我觉得把这样一些机制引到这个机制里面来，让我们的科研机制更灵活、更有弹性，我觉得是好的。所以已经有中科院他在研发了，也有学术、也有法人机构都有了。那现在科技部，你们科技部有协助这些研发工作吗？目前的合作，我们已经跟他合作已经好几年了，就是跟军备局跟那个都已经在做了，组织上都有，对，也都有这个预算的协助。是选择他们出题目，要做哪一个领域，然后所以是被动的，不是主动研发的。我们被动，他需要什么东西，你就去研究研发什么东西。我们好，那经济部，经济部，你协助。我们大概国军需要的部分呢，配合国安部这边他提出需求，我们的法人单位产业界一起来配合，所以也是被动的。陆海空需要的哪些服务，我们这边经济部跟科技部就被动式来研发给予 支持嘛，是不是这样子？不是被动，我们就说国安部有需求，我们就对他告知你们，你们才帮忙的吗？大家一起，对，所以部长，我请了科技部跟经济部都已经明确的告诉你，底下还有中科院，这个组织非常完善的中科院来做一些研发工作，也都是在服务我们陆海空军这军种所需要的服务项目都已经有了。那我请问，台湾的 DAPA 跟美国 DAPA 有什么不一样？那你们自己都说了，自己比喻成是跟美国 DAPA 是一样的。那你做的项目内容只是一个资源的整合，还需要叠床架屋，一年花30亿的经费来做这项计划吗？
报告委员，我没有听说我们准备的 DAPA 是跟美国是一样的，但是我要明确的讲，今天没有，你报告书上不是写了吗？没有，在国家的这个政策之下，我们要有希望有另外一个更有效的组织。在这里啊，你刚那你的意思说，现在经济部、科技部跟中科院这个都没有效的组织吗？这个话不已经没有配合你国防部的需求吗？他配合我们的需求，但是呢，我们希望啊，国防部能够更能够发挥一个就是说带头的作用，而且更能够给他们有许多。现在你这个国防部的科技室啊，连民进党都反对了，你完全没有延续性嘛？这个科成立这个跟党派是没有关系的。我想对我们国防未来的研发有很严重的这个需要性，所以我在想，我说希望各个委员都能够对这个事情啊给予。部长，我要了解的就是本席为什么要说这个大趴，一个这个科技室不要叠床架屋，就是本身你国防的研发预算都已经花在军购跟国机国造这方面的预算都已经瓜分的分配。没有钱了，你还要去空设这一个组织，一年花30亿这个经费，所以你要审慎的考虑，好不好？是的。接下来本席要问的，就是在两个礼拜前我特别要求的，就是我们战车因为老旧，谢谢，在汉光演习战车也翻覆了，先请回，都已经翻覆，希望您对这个战车能够提升这一部分，找出一个对策方案来。但是两个月来，本席并没有看出你们有任何的做法，尤其是海军、空军都有国机、有国舰在做制造的方案，但是战车完全没有。而且我们看到我们的战车在国军、陆军方面的主力战车，包括 M60A3 跟 CM11 这个战车过于老旧，不管是它在这个机动力或者防护的装甲、攻击的火炮等等，都是非常不好，不如共军。这样子的解释您不听得懂吗？就像共军它的机种里面有 63A 这个27的战车，还有 99A4 的战车，等于就是说，换句话简单来说，他们的战车跑得快，他们的炮火能够穿过我们的护甲，而我们的护甲没办法穿过他们的战车。这样子的战车，我们是不是要赶快来提升增强我们的战力？报告委员，我们对于新一代的 战车是否采购、是否自己研发，我们都有在继续的进行，但你继续进行，本席要你做出一个对策方案呢、啊、现在还没有对策方案，因为这个事情要牵涉到整个国家的战略、军事战略。部长，据本席知道，陆军对于这个主力战车偏弱的状况已经在做一些研发，在日前中科院也有一起到美国去参展，尤其是得到中科院他们的技术上跟这参展的资料上都非常的充实，也准备出要来研发这个主力战车的升等计划。所以我想问院长，你们已经准备好了吗？要做战车的提升了、啊、报告委员，部长都还不知道、欸、报告委员，没有，这个是陆军提出了，他叫我们做评估，我们现在正在做评估，是自制还是性能提升，现在因为陆军是之前才提出来的，所以我们现在正在做、这方面的评估，这个评估不是中科院而已，必须把国内所有相关产业的能量都要一并在里面做考量，所以还在进行中。报告完毕。如果中科院能做战车的提升了，本席是乐观其成，因为我们在整体的技术能力跟实务的经验跟整体的后勤跟未来的发展，我相信中科院都有这个技术，我们去参观过都了解到，所以我们相信、啊、只要我们有心做一定可以做。部长，我一再次强调，不要只独后空军跟海军、啊、陆军的战备这个资源的分配的均衡一定要同步来支持，好不好？谢谢委员的指导。再来，刚刚有几个委员提到国军自杀的事情，部长，几个月前同样站在这个位置，你跟本席保证不再发生自杀霸凌事件，这几个月来又在发生，这个军中的威权
这样子的制度，土皇帝的制度，各个地方都有，只要当过兵的役男都有看过这种文化，这威权文化，你怎么去制止？你有什么对策？你看看本席的这一整页的资料，我咨询你过了这几个月，四月开始一直到现在，14个案件，通通是自杀的。你细看它的内容，霸凌，你说感情的问题，你说不能适应，为什么军中不能适应？受到欺负啊！委员可能不是，那你完全没有对策吗？不是没有对策，我们有3层的防护，而且呢，就是你的防护就心腹的制度，这心腹制度，心脏再强的也受不了你的蹂躏跟欺负啊！我们不可能去欺负一个兵，尤其是我自当了部长以后，我们把所有的生活、教育以及战演训都有大幅的改进，这一方面的考量，我想请委员再去实际的了解。这个我就是了解了，才要问你，这军中这个腐败的制度下，你如何去改革？尤其是上个礼拜刚刚发生的彭防部啊，一个士官又是上吊自杀的方式，就是你们结婚了，你现在知道他们结婚了，结婚送了嫁单，你们一直不批准，要他一言再言，就内部调查的出来，就是因为他们里面的这个连长，他的女朋友跟这个士官这两夫妻感情不好，所以给他了非常沉重的工作。你知不知道这个士官呢、啊？我相信第一时间，我们本身国防部有监察单位吧？监察单位第一时间有没有跟你报告？有没有报告，参谋长？报告委员，这个事情的真相可能还不是如你所说的。我不能够在这里啊，把您给否定了。但是你也不要否定我们军方的。那我告诉你，他的工作有如此多有多重，你知不知道？他不只是担任这个炮长，还要兼任师资班的炮手，还有做参山一个作战的训练官啊，还要当驾驶，还要背执行的工作，他也要来做执行工作。所以这等等都是他受到的工作所沉重的压力，而且他要参加连士高班的报名，结果这个不让他去报名，不让他做体检，报名报不成，还被处分。他要请假，他要出公差回来台湾，结果公差不让他用公费哦，这些都让他都受到严重的霸凌。在这个监察单位，你完全不知道。所以，部长，你不要说不是个案哦，这个不是一个个案哦。你要好好的整顿这个迂腐、这么败坏的军中的士气，这个军中的制度，好不好？不要让这些土皇帝在军中为所欲为。军中没有土皇帝，在我领导之下，不可能有人有霸凌。霸凌事件怎么发生的？这个不是单一的事件。部长，你不要逞口舌之快，好好去查，不要再发生。你能做到不要再发生吗？谢谢你的指导。你做得到吗？我没有土皇帝，或者不能够说跟在这边保证呢？那以前威权时代也没有那么多人自杀，这个还不够多，每个月都有哎、欸。我说威权时代也没有人那么多人自杀，现在就是威权呐、啊。现在年轻人不一样，军中的威权呐、啊。所以部长，好好去整顿这迂腐败坏的军中制度。军中没有败坏，谢谢。军中只有改进。那个部长，麻烦请回，谢谢。请王定宇委员。谢谢赵委。麻烦冯部长。请冯部长。王委员早。哎，部长早。我不想，本席不想把军中从今年累月有一些自残或者是自杀的状况，我不把它表列出来。本席这边提醒你一件事情，就是说，当军中是社会的缩影，军人也是来自于社会，所以社会有吸毒的人，军中大概会有吸毒的人。社会会有遇到困难
选择比较我们觉得比较没有智慧的方式，军中也会有，所以没有人可以保证什么地方不会发生什么样遗憾的事情。我在这边要提醒你一件事情，就是说有一个效应叫做维特效应，那个是心理学的名词，也就是说当一个亲身的状况在同性质的团体发生一件两件之后，它会产生模仿仿效的效应。我本身这边提醒军中你要注意这件事情，是的，就是说军中的压力每个单位管理不一样，我们也不能因为害怕压力失去管理，我们也不能因为害怕压力军队不像军队，但是还是要面对这些遗憾的事情，不管当事人是19岁或者是做到士官甚至做到校官，我们都应该关心他。是的，但在关心他有一些科学的方法，所以我们心服体系这边对于模仿效应这件事情，维特效应这件事情可能要去了解一下，因为你会发现有些行为有些采取的方式它有雷同性。那个案我就不在这边讨论，因为每个个案的调查内容也许我们从报章杂志看到的不是全面，那每一个故事后面都有一些悲伤的人。我还是回到我们DAPA这件事情上，我本期间要跟部长跟其他的部会首长来讨论的是，我们组织的改造不可以是作文比赛。当你组织改造变成作文比赛的时候，写的都很好看，你在推动的时候就会产生一些问题。我待会举例子哈，我特别提醒各部会三件事情。第一个，你们期待的功能，你期待我们所谓的国防科技处或者将来的国防科技发展室要有一点像美国 DAPA 的功能，当你有这个期望值的时候，一定要回头盘点一下我们的能力到不到，我们的环境条件，我们的客观条件对不对。是的。第二个，专业的分工要避免叠床架屋，有时候我们想到这件事情就找一个单位来做，那个事情找个单位来做，却忽略了本来就已经有那个单位或者横向的联系的单位，有的取消有没取消，叠床架屋之后你将来推上去会产生很大问题。第三个提醒是，我们在机密跟效率的推动上的时候也不能失去监督跟控管，特别是国防武器的发展动辄数十亿数百亿的预算，有共谍会想要刺探，会有军火商，会有人谋不彰，所以当我们追求效率跟机密的时候，监督跟控管这件事情就很重要了。所以我举第一个事情，就是说美国的 DAPA 在1958年开始，它其实不是一个研发单位，美国 DAPA 不做研究的。美国 DAPA 的预算为什么只有 0.5%？ 那个我看到你们的报告哈，你们写的是说啊，这个发展武器啊什么也不用花大笔预算，这样讲也不对啦。美国的 DAPA 是因为它这个单位编制240个，专业技术人员大概就130，它做的是一个平台，它是一个 agency， 它是一个类似中介商代理商，去找新创的科技可以应用在未来的国防领先上，所以它有点像是一个球探，它有点像是一个我们过去要找明星的那种星探，他去找民间的资源、学校的资源、军中产研的资源，然后觉得可以了，我们把它纳入辅导。所以它本身不研发，虽然人员不用很多，预算不用很多，所以我们如果一直在讨论说台湾的这个国防科技处要负责研发啦，量能多少的话，那方向就错了，你就跟中科院叠在一起了，所以它不负责研发的哦。那不负责研发之后，它是要去找适用的资源。所以根据我们国防部的报告哈，在这里，根据国防部的报告，你们有提到一点，它里面负责一个工作啊，负责产学合作，找大学，找现有的研究单位，觉得他们做得不错的，我们把他的能量，把他们的技术拿来放在我们未来发展上。那我讲那么多，我就要举一个你们现在盘点的能量哈。我们看第一个哈，国防大学是谁的？国防部的吧？是的，国防大学里面有理工学院，里面有一个兵器系统中心。当我们现在大声倡议说，我要弄一个这个 DAPA， 我要用一个什么研究室，要去鼓励产学合作，要鼓励学界发展的时候，我们自己国防大学理工学院的兵器系统中心，你知道吗？从民国89年一直到现在，你知道两件荒谬的事情，部长，你一定要注意这个单位啊。是，照理说这是我们自己军方自己的大学自己的研究单位，你知道我们的国推会啊，
我们待会提到这些名词，我们的国防工业发展基金会，我们的中科院的科专案，我们工研院的科专案，在国防大学理工学院兵器系统中心逐年递减，甚至到零，零到什么程度呢？你现在上网去查，只查到民国100年，101年之后，我是不知道这个单位已经挂了还是怎么样，网络上没资料，哎，都没更新，哎，从民国101年就不更新，哎，部长这对不对？我跟他说明一下。来来，市长你说说看。报委员跟您报告一下，事实上委员这个数据在100年以前的确它是有逐年递减的这个状况，但是我们也看到这个状况，所以我们在今年的7月份，我们在中正理工学院成立一个国防 科技研究中心。那么这市长，我因为我时间有限，我了解，我回答你讲的一件事情就是，你原来的机制慢慢归零，然后因为功能不彰，我又能另外成立一个委员会，又能另外成立一个单位。就是犯了我一开始开张名义讲的，这变叠床架屋嘛，你旧的问题盘点没有解决嘛。了解。然后这个单位还在吧？在。对啊，我们现在要提升它的功能，你不让它发挥功能，然后另外再成立一个单位，然后这个单位从民国101年，它的网络资讯的更新是没有，哎，在长草啊。这个部分跟委员报告哈，事实上，中正理工学院的兵器系统中心啊，我们现在在努力，用所以按的方式把它的能力提这件事情，就是说，当你要讲搭爬讲的时候，我们现在手上有的，我们是不是让它发挥功能？人不好换主管，资源不够给资源，是的。可是你现在是要让它那边荒废，然后呢，另外要成立一个组织，这样不好。这个我们要哦，这要注意，是的，是的。接下来我们再看哈，这是一个例子哈，我们接下来看下一个例子。我们有这个。我们讲监督啊，这个部长你知道吧？那个中科院的董事长是谁？中科院董事长是冯世宽，就是冯世宽嘛，对不对？哈，那中科院是谁要管？监督单位是谁？是军备局，是国防部的军备局。那军备局的长官是谁？军备局的长官是本人，是冯世宽。是，我问完了，你听懂有什么问题吗？我对中科院张院长我很尊敬，因为他的专业能量没有问题。我现在单纯就监督机制，军备局一年拨大概26亿8000多万给我们中科院左右了，大概30亿上下。那军备局是中科院名义上的主管单位，可董事长叫做冯世宽，回头一看部长也是冯世宽。军备局其实要管中科院很难呐，我们在下科层的伦理上就有点难了。好，这是第一个设计，所以我在讲你们下一个阶段实验性的结构设计的时候，可以去思考这个部分。你如果要让它独立的组织，你干脆让它独立，就不用再管了。你如果觉得需要监管，监管要适当，否则你说你叫一个士官长来监督我们连队长，管不了啊，管不了这个事情。更何况在监察院，我现在就回到预算的监督喽。刚才讲是科层组织的逻辑的监督，我们回到预算的监督，104年，我们监察院审计部的决算报告书219页到220页，部长回去可以翻翻看，里面就讲到什么事情呢？里面特别提到说，我们要去监督中科院，就是国防部哦，要去监督中科院的预算的动资。那他就告诉你，你逾越这个司法性的监督，意思说你不能管我怎么用，你可以管我有没有违法而已。然后呢，他里面特别提到一件事情，他说。我们呢，投入这么多预算，我们投入这么预算呢，要来看投入成本之允当性审查，应该要找一个妥协的处理方案。意思就是说，我们光不丢钱给中科院，就我现在不能监督，那我要监督我 input 丢进多少东钱，产出的效率，这总要监督。可目前没有办法，在没有办法的状况下。监察院的审计部的报告就104年就告诉你，你们应该要找出一个方案来监督投入跟产出的效能。104年到现在，旧政府没有处理。那我现在不晓得部长或者院长，因为院长跟部长，我觉得我们可以合作来处理这事情。你怎么去监督我们投资妥适的回报？报告员，我们在每一个案子里面呢，都会成立一个专案的办公室。我们做专案的管理，在他们研制的过程或发展的过程，我们都会有做阶段性的去检查、去稽核。部长，那个部分是计划，我们讲专案报告的监督。是，现在监察院告诉你是预算，
他说他这个在预算书里告诉你说，我们呢没有，国防部一直没有就中科院投入成本允断允当系妥为审查。他大概不是指你那些专案的进度啦、报告啦哈。所以现在到底是中科院不给你监督，还是我们放弃监督，还是这个监督机制不好？那我们另外修法嘛。包委员，我是主委局局长。那针对我们刚刚提案的部分啊，那这一部分是因为刚好那个去年啊，中科院刚成立的时候，他法人化以后了。对，法人化以后不是刚成立，是法人化以后。法人化以后，第一年的时候，就等于说我们两造之间啊，有一些上沟通上的问题。那今年呢，我们现在呢，今年我们已经在做了。怎么做？我们由我们主委局啊组成一个专案小组，我们会针就他针对他的所有的那个科研案的部分，还有军种委托案的部分，比较重大的部分，我们会做它成本的一个。张院长，他们这样的监督会不会影响你们研发的机密或效能？还是这样监督是可以的？报告原则上是可以的，但是我这边特别强调一下，事实上这是刚刚我们刚转型的时候啊，行政法人其实它是有一道适度的松绑。但是他的原则，他不能违背他原来设立宗旨。法人他有个司法性的监督的一个。那现在就是说，他们当初来要的这些细部的资料，因为我们在研发过程中间有一些的成本控制啊，不是量产型的，研发有浮动型的，所以在这上面的监督的这个资料的细部性、啊，这个部分我了解哦。现在说今年有新的方法，那我们期待明年就不要在审计部的资料看到这些文字了。是，这个是立竿见影的事情，明年就知道了哈。是。那我最后借几分钟哈，我们来看几个名词哈。你知道从早上谈到现在哈，不管是在看即时转播的人，或者媒体前面的朋友哈，会被这几个名词搞混。部长，我不给你考试了哈，我觉得对你考试有点残忍哈。不过我们资规司的司长应该都了解哈。第一个，学术配合发展汇报。这个叫什么？学合汇报，学合汇报嘛，哈，这个是做什么？这就是整合学术界，对，就是我们配合研究的量科技部啊，相关预算做基础跟应用的一个。学汇报要废掉了吧？对不对？也不是废掉，我觉得那个机制哈，鲍委员您一直讲说废掉，我觉得这个对，不是我讲废掉，是你们写的啊，不是我们在这里啊，这个要做整合，叫做预化裁测，就是裁测不是废掉，那是什么？要整合了，要整合了，不是你写裁测是你写的，整合是我写的，然后再来。国防部、经济部、军工民营工业配合发展汇报，这是什么？这原来的工合汇报，现在变成产合汇报。对，工合汇报没有了嘛？现在叫做产合汇报。改制以后变成叫做产合汇报嘛？是是是。这个是做什么？做国防产业的。国防产业，比方说这个大概跟我们民间可以用的，对，科技部比较有关系的。经济部也有关系。然后科产会是什么东西？国防科技产业发展委员会。这个就是我们未来预化里面要成立，这是预化的。国推会预化要裁撤，一个预化要产生，转型成这个国防科技发展。它要取代哪一个？就是原来的国推会。它要取代国推会。是。所以我们还有一个国推会，对不对？我们国推会叫什么？叫做国防科技国防科技推行推行委员会。是。那我换个名字，让它取代国推会。它就会变成变形金刚，变得比较强壮。报告委员，我刚才跟您特别说明，就是我们今天这个机制的建立啊，当时可以被摊，一定要摊在这个国会的监督。现在我们现在有两位次长哈，是一位部长，他坐在这里哈。你知道这些名词哈，什么工合会、学合汇报、产合会，然后国推会，然后国防科技处等等等等等等等。你第一个它混乱了，那个名词没有办法显示后面的性质，那混乱显示在哪里呢？我请我一个我们现在科技部次长，其实他是我们归人人哈，我们明奇兄，你上来一下哈，我告诉你混乱在哪里。我一分钟把这讲完哈，这个赵伟抱歉哈，这个很有趣哈。我们科技部的说明书第一页的第二段说，为推动国防科技研究，国推会下设学术配合发展汇报。括弧简称学合汇报，由科技部配合国防部，巴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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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写了一堆哈。结果呢，在我们今天同一个会议，国防部的说明的说帖里的第六页的第二大项、第一中项的下面就写：国推会哈及学合汇报这个预化呢要裁撤。你懂我意思吗？科技部要用这个单位来推动。然后呢？国防部的说帖说：“抱歉，科技部，我们要把它裁撤掉了。你们两个部到底有没有在沟通啊？”都有。目前我们还是定期还有这个开会。然后呢？在事实上，七月大概28号吧，国防我们行政院的科技汇报里面，
就决定了哪些要裁撤，哪些要增设，哪些要处理。就我今天看科技部跟国防部的说帖里面，你们用的名词，科技部用的名词是预化在明年底以前要裁撤的，事实上明年初就没有了啦，今年底就要裁撤的。也就是说，科技部要推动的学术投入研究国防科技，或者是产学的产业的合作，用的那些单位名称是国防部计划要裁撤的。哎，这如果你们看起来还不错哈，我真怀疑是谁搞谁，你知道吗？就你要用他的组织啊，他组织要把你废掉嘞。哦，我想报告委员哈，目前科技部啊跟其他的部会啊都有合作，比如说跟经济部能源局。所以次长，我现在时间我三秒钟把它做结论，就是说是你们怎么推，我们都希望是为了国家好，这个其实没有蓝绿的，甚至于不是短时间的，谁执政的时候收割不一样，国家安全是永远的。可当你们设计这么多组织的时候，连科技部跟国防部用的名词都有矛盾，就有的要废，有的要设的，产生一些歧义。你让我们怎么相信把预算丢进去之后那个动支上的精准跟科学？所以如果国防部是主办部，国防部是主办部的话，精准，不要叠床架屋，有效率的把国防提升。然后呢，名词真的不要想那么多，你们的名词真的太多了，什么国合会、工合会、产合会，这如果大学联考我会 K 笑，你知道吗？光背这名词我都疯掉了。好，好不好？好，整合一下。谢谢王委员。谢谢。真的要横向沟通了，效能才能提升。接下来我们在林长佐委员完毕之后，我们休息十分钟，请林长佐委员。请部长，请冯部长。林委员好，部长你好。我想对于这个国防产业自主、国防科技研发，还有这个军购，来去这个充实国军的实力，这个是捍卫台湾安全的这个关键啊，所以人民一定都支持。那我想，我也全力支持国防部在推动台湾国防健全上面的努力。不过因为重视，所以有一些严肃的议题一定要点出来。是，我想部长有看到这个新闻吗？就是立院还没审，方正快炮案竟先签约。这个新闻，我想部长应该有看到哈。是的，我想请海军来答复这个事情。我想这个 Block 1B 的这个采购案，在8月13日的时候，有另外一个媒体就新闻就已经披露发价书，也就是 LOA 其实已经签署完成的消息。所以我想请问一下，这个新闻的报道是不是真的？发价书是不是已经签署完成？跟委员报告，发价书的它主要在美方的军售有两个必要的条件，第一个签署发价书，第二个就是所谓的预算款要能够汇到给提供给美方之后，这个所谓的军售才算是正式的生效。我们目前发价书是已经同报载，我们已经完成了签署，要获得立法院在106年的预算核定之后，我们把这个预算的款项正式汇给美方之后，这个军售案才算正式的成立。所以我们等于是已经签了，但是还没有给钱，所以它第二阶段对美国那边来讲还不算生效。现在还没有生效。那我想请问一下，是这个具体签了第一阶段这个签了发价书的这个时间点是什么时候？我们在7月份的时候签署了，因为我们并其他的一些需求的并案，我们这样子的话可以省下我们的预算约12亿。这个我大概知道，因为我们大概军购上面，尤其这个对台湾来讲很重要，一方面想要这个有机会省钱的时候要省钱，是能够充实战力的时候要充实，所以这个我完全可以理解啦，是也可以这个体会你们的这个用心。是，但是我想部长，我还是要请教部长，我们对美国的这个军购主要是依据国军对美军购案管制作业规定以及国军军事投资计划建案作业规定来作业嘛？是的。所以在这个，我不是请部长说明一下，我们在这个对美的这个签署发价书的这个规范是什么？我相信我们自己的规范里面没有分这个两个阶段。是，那采购室主任来答复。是，包委员，我是采购室主任。除了刚刚委员提到的这两个规定，我们国军还有国军采购作业规定。那美方的部分，在台湾关系法下面有武器输出管制法以及
美国的安全援助管理手册，这个是对全世界所有军购国一视同仁的这个手册，所以这些规定我们都要去遵守。我知道，所以我们看下一页好了。我想部长，刚才我们几位同仁也有清楚的告诉你，哦，可能符合台湾哪些规定，以及美国哪一些规定，但是在国防部回函给我们的这一个文件里面，其实已经清楚的讲，包括国防部也很清楚的知道，属对美军购需求之建案，应于作需文件核定时，付之战略规划师纳入管制，各司令部单位于文到十日内，将军售报价资料需求信函呈报本部业管单位，以进会系本审查会业管联参审核，并签呈管权责长官核定后，寻驻美军事代表团向美方提出军购需求申请。重要的来了，严禁各司令部单位自行对外协商，令预算未获立法院审议通过前，亦不可签署发价书。我想这里指的不会是第一阶段还是第二阶段，他其实很清楚，就是说我们预算还没有通过，你不能让美国人觉得我们这个发价书已经是签下去了。如果我们分成第一阶段、第二阶段，事实上我们第一阶段就是已经签下去了嘛。所以我想这个是国防部也很清楚知道程序，才会给我们这样子的清楚的这一个公文。是的。那我们现在这个都已经签了，我们能够我们要怎么审议？我们如果现在这个预算不通过了的话，不就又失信于美方吗？我们现在我想，没有好。是鲍委员，我跟你报告一下这个状况。因为我们在国军采购作业规定它还是有弹性的，那所谓的这个我们现在签署发价书是表达一个意向，因为你那个应该是前面的这个要价书的时候 PNA 的时候，是不会是现在 LOA， 你在第一块 PNA 的时候我知道那个是意向。那我刚刚特别强调 LOA 它的生效条件有两项，那因为你如果不签署这样一个意向的话，美方他没有办法帮你纳入整个评估的规划，你的后续的12亿你要就可能在后续即便这个预算通过以后啊，你后续想去节省这十二亿，可能就变得比较困难。我想，那整个状况就是现在签了以后有表达这个意向，那我们如果即便预算没有通过，因为我们在正式发函给美军的时候也特别强调，我们要经过立法院审议才支付这个预算，所以在这种状况之下呢，就如果这预算真的没有通过，事实上它没有生效的状况之下，我们并没有任何损失。我想主任跟部长，刚才主任讲的这一块，其实在我们的这一个办法里面完全没有开到这个弹书说，哦，可以先签署再执行嘛，可以先签署再审议。所以你讲的这一个在实际作业上面，如果它是合理的这个程序的话，我们办法就不应该这样定。我们如果办法已经这样定，你就不应该说我就先签署再审议。你讲的这个实务上面的这个可能我都可以了解，那我也相信这个案子我可能有在旧政府时代就已经在进行了，但是在第一个会期，我相信不会是到七月份要签的前一天，你们才说啊，这波签没赛，好，那够被单接的预算，这个立法院审过了才来，这个省钱的机会可能就丧失了，所以。在第一个会期的时候，你就可以请外交国防委员会召开一个临时会，我们来讨论一下这个办法要怎么样才能够因应实际可能的这个紧急需求，订定合理可行的办法，而不是存在这么多模糊的空间呢？你刚才讲的第一阶段、第二阶段，美国是怎么规定？这在我们办法里面都没有。你讲的说这个有一些弹性，这个都是我们的办法没有的弹书，这个都是你自己在实际执行的时候有的弹书，而在办法里面没有的，所以。我想我刚刚已经一再强调，我们都可以理解说我们这个国防预算这么重，我们都希望能够省钱，也希望要充实我们的战力，但是也因为这样，这个的预算这么高，我们才要清楚的去审议，而且我们必须要知道另外一件事情是，你在这个预算的这个规划里面，我们本来要什么时候这个方阵快炮，我们要这个换新的上去，一定有我们本来自己的预算跟时程，是的，现在一定因为有机会买到便宜的，所以我们现在来改变了，那这些东西就是外交国防委员会要做的事嘛，要不然我们就是你们的橡皮图章嘛。而且我现在一定要提醒，这个不是我们今天讲才有，国防部本来就知道有这个陋习，这个是国防部去年送交立法院的这个军事投资建案检讨报告里面第五点的缺失检讨里面的第四项自己就讲这个问题，作业期程管制需加强，本部拟订定国军军事投资计划建案作业规定，就军事投资计划建案测拟有严谨之作业程序与规范，
为部分个案因需求规划有欠周延及建案人员专业不足等因素屡遭审退。我要讲的是，难道我们现在因为这个预算你们这样子处理，我们再把你说这个预算要冻结或是要把你审退，就会致时程延宕而质疑有仓促建案之嫌，作业期程管制仍需持续要求。你看一下后面哦，你们自己提出来的这个解决方法是要严肃作业纪律，你们自己提这个鉴于近年屡遭质疑有仓促建案之嫌，已于2023年2月20日修订国军军事投资计划建案作业规定，里面清楚的写要检讨相关业管责任，以强化建案作业纪律。我要说的是，遵循作业节点，强化建案作业纪律，这个都是国防部自己提出来要的改进。然后现在又这样。报告员，我来了以后有发现这个问题，我们已经请这个军备局已经有拟定一个办法，就是说我们要缩短这个时程，而且要依据我们能够获得这个预算的时程啊，来给先送给立法院来审查。那么详细的情形，我想请我想会怎么修改，这里我们不用再细究。我要讲的是，现在我们国防部一定有很多的办法，而我们遇到这个办法，如果它不实际、不合理，在实际军购上面，或是这个充实我们的战力上面，其实不可行的时候，充满了很多模糊的空间，那我们就应该跟外交国防委员会提出来讨论，有没有研定比较合适的办法，而不是说我们就得过且过，因为我们实际上有很多的模糊，我们实际上有很多的方法，哦，美国的规定是怎么样，所以办法在那边，实际的作为又是另外一边，那外交国防委员会什么事都不用做了嘛？其实你们每一件事情就都自己先签约了，然后我们再来盖章就好了嘛。委员，这件事情我们要深切的检讨，因为所以我们还有新的办法出现。那么我想啊，以后不会再有这种事情发生。我想对我们全体的人民来讲，台湾的这一个状态是非常的敏感，而且在这个亚太的这战略位置也是非常的关键，所以我们都可以了解我们充实战力上面因应所有的可能性需要有的这一个相关的这一个促成所有的这些军购在合理的价钱里面，但是办法一定要跟外交国防委员会要好好的审议，然后怎么样的可行。所以在这边我想针对这一个采购案的这个程序的瑕疵，那我要请国防部这边提一个检讨的报告。是的，这个检讨报告至少要需要三个部分。第一个，本案与美方洽谈的过程，如果有机密的部分，我们可以用机密会议的方法，但是要包括第一个跟美方谈判的这个过程。第二个，方正快炮的这个换装的计划，我们一定本来有自己的计划，也有本来自己的预算，是发现有机会可以比较便宜的来做，我们现在有新的这个计划，也及时的去购买这个东西，所以我们这个计划的这个变前后的对比要包括，这个是第二个部分。第三个部分就是这一次是哪个环节疏忽了，我们未来这个办法，我们外交国防委员会要审议这个的时候，要怎么样才能够尽到监督的责任，也能够确实的支持合理可行的这个办法。是，谢谢您委员的指导。至少要这三块。是的，是的。谢谢部长，谢谢。谢谢您。现在休息十分钟。
有热水这样。哈哈，有帮加一点热的。你北华啦，那些做人反正还好吗？这样还可以。但没带公文来。还是要听委员的认真的讲话。OK 吗？没事哈。没事没事。好的。所以，军备组啊，因为你看还有几个，
请刘世芳委员咨询。谢谢主席。好，我想先请部长好吗？谢谢，请副部长。刘委员好。部长好。今天的专案报告啊，虽然是讨论这个 DAPA 的案哈、啊，但是我觉得说新政府上台之后呢，其实就是万事起头难了哦。那国防部愿意呢担下这样的重任哦，包括说跟我们的国发会也好，或是经济部啊，在讨论的过程当中啊，国防部还是愿意这样担下来做，我觉得还是值得鼓励哈、哦。但是因为在这个整合或在推动的过程当中，这算是第一招哈。哦，所以会有很多不同的建议啊，我想立法院很多委员的建议啊，也可以提供给国防部参考。是。那但是我比较在乎的就是说，现在已经在进行的了哈。我想要先从共谍案讲起哈、啊。未来 DAPA 的部分啊，我们里面所雇请的人不会是只有在国防部服役的人，对，也许是说外面的民间机构，是，也许曾经国外的人，说不定他具有双重国籍。那他又要介入这种非常机敏的这种国防产业发展研究，甚至是属于比较非常机敏性的这种战备武器的参数等等这些啊，那我就会担心说，那忠诚度怎么办？如果他自己不是有中华民国国籍，甚至他有外国国籍，甚至我们可能是请对我们非常友好的友邦的人来帮忙，他根本就是金发碧眼的人，那你怎么要求他的忠诚？所以这一块呢，其实我们在内部呢要做好积极防治的方案哈。是的。所以我要先请教一下哈，在我的这个资料里面呢，有一个美国的学者有提到说，台湾呢曾经经历黑暗的十年，就是在马政府执政的这过去八年当中呢，共谍非常活跃哦，包括有郑小江的案件，有陈曙龙的案件，有刘黎宗的案件，有钱经国的案件。这么多的案件当中呢，我做了一项统计哦。现在国防部的做法是怎么做？如果发现说跟我们现役的军人相关的共谍的时候，国防部的处理方式是怎么样处理？在侦探局长答复之前呢，我想给您报告，就是我们按照这个案子的情况啊，一定有他原来就有撒一个网下去。是。那么在一般我们检调单位讲说是收网，凡是在这个网里面的人，我们都会让他不经意的，不让别人知道的，他要接受我们严格的侦讯。这个侦讯的时间跟技术都是专案人员他们所专长的。好，但是部长跟您报告一下哈，
减掉单位在收网的时间绝对不是三天两天，说不定要三个月五个月甚至六个月。是的。那万一这三个月五个月六个月的期间他仍然在从事相关的这个机敏案件的执行的时候，这个就是我们的漏洞。是的。在我们自己的国防部对外讲到说中国三个招接吸收共谍大概是抓把柄嘛，这个很多服役的人有很多把柄，不管人就是有很多人性啦，或者是大钱或者用美色的方式啦。那既然有这样的方式的话，其实我们真的是以防不胜防，但是如果有任何漏洞的话，我觉得我们可以来试试看。在我的这个资讯里面啦，从2011年到2015年啦，现役军人或是退役军人涉嫌共谍案的统计数字啊，一共有38案，相当多。这个不是一案一个人呢，还有一案很多人呢。好，所以这一段所谓的这个，我们说我们已经移送检调，但是这一段的这样子的一个青黄不接的时期，一方面又主观又知道好像某个案正在侦查，那其中他到底会牵连多少人，我们又怕人权的问题又不能罗织太多，那这些的漏洞要怎么补网，很麻烦呢。你看现在嫌疑的人数76人，起诉的人数40人，表示其中还有36人可能还在我们的国防部内部或者是外面的社会甚至是在中国的土地上啪啪照，那这怎么办，怎么处理？报告员，这个我想假如有被涉案的人员，假如嫌疑涉案还没有审判的话，他们一定会调离现职，或者是在这个职务上我们就不赋予他任务。那么假如他已经具民间身份了，我们会有当地的这个适当的人员呢予以监管。当地的适当人员是属于国防部内部的，还是退辅会，还是外面的人？来，文将军，来你讲一下。报告委员是，我是侦查局局长。跟委员报告，就是现役的军官官兵的话，他只要有涉案，我们都会对其做一个监管。那至于说是民间的人员，或者是我们退役的军官或者士官兵。我们都会跟国安局那边或调查局，透过调查局来做一个调查。我跟你讲了，其实是不够的了哈。来，像下一个哈，有提到像最近有一个退役中校沦为共谍啊，那个有传说是冯部长的随员，当然我们马上就否认了嘛哈。那部长您看待这个部分的话，万一啦，我不好意思啊，讲回去讲蒋总统的时代，匪谍就在你身边，那怎么办？报告委员，这个我们那个时候的办公室大概有150个人左右，他是其中之一，但是他就在你身边啊，他说不定是帮你倒过茶、倒过咖啡，没有，绝对没有拿过雨伞、提过公事包，这是绝对没有的，甚至跟你一起去上厕所。报告委员，我不知道嘛，我不知道，我是说有可能是这种状况嘛。想接近我的人呢、都是非常优秀的军官，因为大家都知道他很笨。所以这个你这样讲，我都不晓得怎么回答。他从来想接近你的都是优秀的军官，那你又知道他们很笨啊，所以这些军官到底是笨还是优秀？我听不懂。我说这个你讲的这个边鹏中校，我想他没有接近过我，他只是我们这个部内的，就是说我那个办公室里面的一个成员。是，而且没有多久他就被调走了。所以是不是也确认说，其实他可以到部长旁边去的话？表示我们内部的保防机制出现漏洞。那个时候他还不是匪谍。部长，你这样讲，我都不晓得怎么。那时候他还不是匪谍，后来变成匪谍了哈。对，后来被据报载了，他被人家吸收。好，对，他是被人家吸收，可能就是因为他有说曾经在部长旁边待过，所以被吸收嘛。这个价码可能高了一点了哈。那没关系，虽然笑话归笑话，但是这是一个很严肃的议题了哈。就现任呢、现役退役军人呢、要到中国，我们还是会认为中国就是我们假想敌的这个最大的敌对国嘛哈。是的。我们有一个《两岸人民关系条例》里面呢、就是涉及国防或是国家机密业务里面呢，退离职未满3年的人呢、他都要做一个管制，譬如说绝对机密是3年，极机密是2年，机密等级是1年哈。所以部长你可以确认啊，不管哪一天你离开部长的位置，你3年内都不能够踏进去中国的土地了哈。这对你来讲大概是知道，但是这里面的漏洞在哪里？我告诉你，第一个，每次国防部都会说不好意思，这个人退伍了，所以不归国防部管，我会把名单拿给谁谁谁谁谁，可是一去就不回头了，这是第一个。
好，第二个就是我刚刚所说的，国防部内部有没有文职人员，不挂军阶的文职人员？有，他们可能不受这个所谓的军事官的这个条例来管，那这些怎么办？好，那另外一个，这些名单过去，假设说我们有三年的极机密的机密的名单，有没有可能在部长的任内，只要是他离开三年内这个名单，马上把这个名单跟我们的入出境管理局甚至国安局来做勾稽，这样的管理资料库到底存在不存在？报告委员，这个机制是存在的，而且有送过吗？对，作业都没有疏忽。那作业没有疏忽，那为什么会出现一个这个边姓随员出现在共谍的机制里面呢？因为 他没有去过大陆吗？他还带一大群人去大陆，哎。因为他退役已久，然后他已经在我认为他超过了管制的年限，远远超过了。是。所以我们对于这所谓的三年、两年、一年的部分，你们要不要再做一下处置？万一就是我刚刚所说的，未来如果 DAPA 这样子的，不管是专案或者是这样子的科技管理的部分已经出现了，会有我刚刚所说的现役的、退役的，可能也是有外国国籍的，或者是文职人员的，那涉及是绝对机密。我不相信一个战斗机的机密系统三年内还是算新了，对不对？不会马上更改。是的。那他出去了怎么办？我再讲难点，万一部长你被中国大陆绑架去怎么办？那我自杀。哦，不，这样子不好了，哈，这我们要为国举财，不希望这样子，我们一定会付高额的赎金的，哈，想办法把你的绝对机密保护住，哈。那所以我会觉得说，要请部长能够深思这个问题，因为不是所有的人的忠诚跟爱国的程度都可以写在脸上，有的人说不定是说一套做一套，因为太多钱的诱惑、美色的诱惑，甚至是不同政党的忠诚爱国的诱惑都有可能。这都有可能发生，但是我发现有这样子的一个漏洞的机制啊，所以我们部长未来如果真的有这个DAPA的话，你要怎么处理这一块？是，鲍委员，我想先从您讲的这个问题啊，就是管制的人员的管制的年限，我们再严格的检讨他在军中的职务应该管制的年限，我们是否应该再把它放宽？第二个呢，不是放宽，就是加严，加严，加严。放宽的话，那不得了，每个人一毕业就走人了。是是是，严格审查。是。那么第二个，对于DAPA的人呢，我们更要签很多的协议书、机密的这个保证书等等的。我想我们会更严厉。我建议我们的国防部再审视一下目前的国防的机制里面，除了这个国防机密的这个国防安全法以外。其实还会有在商业机密里面的商业间谍法了哈，这个可能经济部是主管单位，因为有的人说我可能是一个商人哈，我可能不是军人，我不受军队相关的这个法令来管理的话，那我们怎么样处理这一块？美国那样子的一个严密的国家都曾经出现过美俄的双面谍，甚至中美的双面谍都出现了，那台湾一定也会有的啦。是 的, 是的，我们不能够把我们的心血结晶啊，把它往外流嘛，甚至流到敌对国家去，是的，好吗？是的，嘿、hey, ，那所以未来有没有可能在朝这方面再做一下比较具体性的这种防治的作为？是，跟委员报告。事实上，从法的观点来看，《陆海空军军官士官服役条例》二十四条之一、33、34都有，比方说涉犯内乱外患罪，应该怎么样给他一个处分？那么事实上，在本委员会也通过但是我觉得，如果要界定军公教，包含您刚才讲，如果说他具备上老百姓的这样一个身份的话，其实从国安法52条，我们现在也送到大院了。那么希望能够从这个角度去做一个所谓整体的规范，以维护国家的机密的安全。希望了哈，那就我们国安法赶快修正好吗？好，谢谢，谢谢。那部长你先请回，我先请那个司长留下来就好了哈。司长，我想要请教一下哈。外界也会在质疑说，这个DAPA会不会是台湾达政的这个翻版了哈？那所以你们在这个规划的过程当中，有没有针对过去台湾达政所产生的这个缺点呢？哈，我们有优点、缺点，怎么样做，或是疑虑啊，怎么样做修正，跟我们报告一下。是，我想我们如果现在这个名称暂时称作台湾DAPA的话，我想我们是隶属在国防部。第二个，它是政府体系下，尤其是在立法院监督之下进行运作的一个预拟的机制，所以它的主要的工作并不是去做武器装备的一个贩售，它主要是做先进科技的一个研究。同时，我刚才做了很多说明，我们怎么样在现有的机制之下，能够把产学研的能量多方面的这个能量把它放进来。
让我们民间的创意、学界的创意跟产业界的创意能够在这个机制下能够被凸显。好，市长，我想您相当的聪明了哈。我很希望说未来的 DAPA 哈，在这样子的一个专案或者一个办公室里面，它变成是国防自主产业里面的一个好像一个大脑的机制了哈。平台。不管对，不管是以国科国发会或者是其他的单位为主，最后还是回到国防部哈。是。那国防部的人才济济，虽然以前没有做过这样的 R&D， 但是还是要继续加油，好吗？是。好，谢谢你，谢谢。谢谢委员。请蔡思颖委员。主席，能不能请部长就备询台？请冯部长。委员早。部长早安哈。第一个哈，我想跟部长说明一下哈，我们在上个礼拜这个三读通过了我们的勋章条例的修正，我想部长您晓得嘛哈。那在这边哈，我这两位都是你们空军优秀的飞行员嘛，吼，是的，一位是庄培元上校，一位是王同义上校，吼，是的。那我们当时修法最主要的目的是认为，像这么优秀的一个军官发生这样一个不幸的事情，他应该能够追赠相关的勋章，好，那现在我们的立法已经通过了，谢谢。我想部长您在这边能不能给我一个比较清楚的答案，就这两位为国牺牲的这样优秀的一个飞官，能不能严以我们补发勋章给他们？我们一定会的。好，一定会哦。那大概多久可以有确定这个时间出来？指挥室的作业情况给大家报告一下。那个林，有事。报委员，那个这个案子是王同义上校和庄备云上校两位啊，这个对国家的贡献，他们的忠勇的精神都非常钦佩，我们会请空军司令部按照这个程序来呈报，我们会来办理。流程大概多久时间可以完成？我们尽快。一个月可以吗？不需要那么久。我不需要那么久。好，那我觉得说这是对我们为国牺牲的优秀军人，我想给予他们最大的一个致意哈。我们庄培元庄上校在上周五，我记得没错，刚好就是逝世两周年的纪念哈。这我觉得是也是冥冥中注定的一件事情。然后我们立法通过了这件事情，为我们国军优秀的人才、优秀的军官，给他们最高的致敬。好，谢谢，谢谢部长哈。那这个就是我们甘乃迪总统曾经说过的，就是说评断一个国家的一个人品格，不仅要看他培养了什么样的人民，还要看他的人民向什么样的人致敬，这是我要所传达，我想也是国防部我们应该要一起来努力推动的一个方向跟目标。好，谢谢我们两位。谢谢部长。谢谢。继续，最近这个新闻很夯，这个我们的参谋总长11月底要卸任，大家都外传是李喜明李副部长，想确认一下这个证实了没有？报告委员，这个消息我想我在这里没有立场评论、因为现在还没到时候，还没到时候。是因为这个作业开始作业了没有？这个权责在总统。对，我是说程序上作业是由国防部报出去，要不要从国防部报？目前呢，我们还没有在作业，还没作业。是的。那按照我们相关的规定，总长是什么时候？时间任期到。十二月一号。报委员，那个总长是64岁，他满按照服役条例，64岁是今年的12月1号。12月1号，所以总长能够到12月1号还在任吗？12月1号他那天已经退伍了。就12月1号就退伍嘛，也就是12月2号之后，我们的严总长就不能再续任总长了嘛。12月1号就不在了。12月1号就不在了，所以到11月30号。11月30号。11月30号他就任的最后一天。是的。那按照我们一般的流程来讲，这个人事的运作大概在多久前要完成？什么时候开始？什么时候完成？这个我想应该在他离任之前。离任前嘛，所以通常离任前2-3个礼拜就要确认了吧？这个时间我没办法给您报告。还是说离任前一天确定就好了？我想程序上应该也不会拖这么晚吧？我想不会拖那么晚。对啊，所以大概前2-3个礼拜，所以应该10月最晚11月1号、2号就要开始作业了吧？我不能把这个事情告诉你， okay， 因为我现在还没开始。因为大家都在讲，这个会涉及到我们军中很多的重要的人事布局。如果去接了参谋总长，那副部长又出缺，可能又有其他的人事安排等等，所以部长可能要伤脑筋。好，接下来一样跟今天我们的主要的主题就在讲我们的国防产业的部分。来，这个部分我首先因为今天这个单位来了很多，我看都是一直部长上台，我这样来邀请一下。来，第一个
我们先邀请经济部副部长、科技部副部长，还有我们国发会副主委，邀请他们三位副所长也上台一下好了，不然今天都没有问到你们。我们主席非常认真吼，也邀请了几个部会来，我看到没有人问，我来帮忙问一下好了。来，先问科技部好了，好不好？科技部我们的副部长吼，部长我想请教一下吼，我们是不是有推一个叫国推会嘛？对不对？对。你开过国推会了没有？有。开过了吼，你的感觉怎么样？因为目前我们是有经济部那国防部还有这个科技部。那过去因为我们跟我先讲，你开过几次会？因为只有那一次，我因为520上来，我当然知道啊，所以上一次在中科院有开，所以你开了一次嘛，对不对？就是那个揭幕的时候我去，嘿，所以那是开会吗？那个不是正式会，所以国推会开会你还没有参与过吗？没有参与会，所以国推到目前为止还没开过会吗？我上来之后还没有开，还没有开过会哈。好，那你知道国推会这个组织吗？知道，知道。你觉得对他有期待吗？因为我们过去跟国防部就有很多科技的合作，已经很多年了，在今天我的报告里面有。所以你们主要的合作，来我简单说明，所以你的主要就是国防科技学术合作计划，你认为就推这个就对了，是不是？好，那个跟国推会就没什么太大的关联性。好，再来，我问一下我们的副主委孔副主委，不好意思，副主委，我想请教一下，国推会你有没有去开过会？没有，没有嘛，因为跟你的业管没有关系。对，所以国推会开会也不会找你去嘛？会不会找你去？也不会找你去。好，但是呢，我有看到你在第二页的报告里面写哈，我们国发会哈邀请了行政院资通部、资通安全处、行政院科技汇报办公室、经济部、国防部、科技部、中科院、工研院、资策会、传播设计中心及汉翔台专等，召开4次的研商会议啊。我想请教你是用什么理由邀请召集这个会议的、啊？那主要是因为那个五大产业的国防产业发展策略，国防产业发展，那所以跟国推会也没关系。国推会可能将来会帮助国防产业的推动。那这你认为这个4次研商会议，副主委你觉得成效怎么样？我觉得成效有它的成效，有它的效果出来。对对对，好，都是你讲有效果嘛？好，谢谢你。好，再来再请教一下我们经济部的沈副处长哈，这个喂你好，国推会会不会邀请你去？国推会过去都是由政务处长，那我刚接，所以还没有，还没有邀请过你去嘛？哈。那你对国推会你有什么看法没有？这部分来说的话，我觉得我们主要还是配合国防部，大家一起来发展这些。所以国推会的组织改什么，你们都没什么太大意见嘛？我们都会配合，只要配合，只要这个会能够有成效就好了嘛。好，国防为主。部长，你有听到了哈？是。啊，我想请教一下部长，国推会开过会了没有？7月13号。报委员，我们今年度的是7月13号开过的。主席是谁？主席是我们的副部长，是李副部长还是郑副部长？李副部长。哦，李副部长负责的嘛。好，那所以部长你也没去嘛？哈，那我想请教一下，部长不用去，部长不用去。共同召集人是国防部、经济部跟科技部。好，那我想请教一下哈，这个会后部长了解这个会吗？我们都有上提报单。好，那会长部长，我想请教一下，你对这个7月13号召开完这个会议之后，你的感觉是怎么样？我的感觉是，如果要发展国际国造。跟我们的国防政策、国防自主，我们的确有需要成立一个非常有力的组织，能够有效率的运用有限的资源，发挥最大的功用。这是部长你的说法嘛？那你刚才有没有听到我们国发会孔副主委的说法？你有没有看到国发会也召集了4次的研商会议，找所有单位都找来。是的。那你会不会觉得我这样听吼，你会觉得这跟你们国推会、国发会就有重叠啦？我想这个是。不会吗？报员，我们副主委，我现在不是说大家不要做事，我就说副主委很认真召集会议，也达到了这些具体。我看这边有写具体的达成项目，那跟你们推国推会，而且你半年才开一次，人家已经国发会开了4次的会议了。是，我想哈，这个国发会开这个会议是为了刚才讲五大国防产业的一个整合嘛。对啊，这不就是你们现在最重要的事情吗？把现在的机制做一个检讨，我觉得哈，我们肯定过去机制的一个运作的一个成效。那么在这个前提之下，如果说未来我们国防产业不是只有国际国造、国际国造跟资安的部分产业，它应该把面向放得更广。所以你的意思，国推会或者改成国推会未来的目的是把我们之前国发会推动的五大资安的这个国防产业还要再扩大就对了。你我想我们遵循政府的政策哈，在国防产业现有连经济发展，连国发会召集的这4次国际国造这个部分能够做到好就了不起了，你还能够扩大。是委员指导的是，我要讲，我们事实上针对这一次3大指标产业，我们已经做了4次的这个所谓产业论坛。
那么也是吸收了很多宝贵的意见。那么这些意见事实上，那为什么你们新闻又出来说你们是被质疑之后你们又转保守了？其实没有什么保守的问题，我跟委员报告，不确实就对了。不，没有不确实，我常讲说，那到底是确实还不确实、啊？我们一个机制的要成立啊，它不是一蹴而成，它必须要经由很多步骤，要经过试行，因为要经过很多演绎。为什么要这样讲？哦，来，是这样。我先问一下，你们是不是还有一个2011年就开始国防智库筹备处？有没有这个单位？国防智库，这是整平师的，整平师的有没有这个单位？整平师有这个。这个单位现在在哪里啊？整平师，整平师有没有来？今天 没人来。整平师，资源规划师、战略规划师，哎，整平师没来，是不是？所以没有人来，所以。这个是整平师的一个智库筹备处、啊，所以你们都不知道这个单位。知道，他是在正在还在筹备，还在筹备啊。2010年呢、欸，我都不晓得我们的政府单位筹备一个单位筹备7年呢、欸。部长，我问你哦，你会觉得光听闻你会觉得有点夸张？这国防智库太困难了，是不是？所以要搞了7年还没筹备，是要或不要？我们应该要慎重处理。对啊，最近就可以马上决定了嘛，是要成立不成立？有这么困难吗？我们马上回去检讨。一个单位能做什么事情还不晓得，但我只知道你为了搞筹备处可以搞7年，我不简单。好、哦，来再来，我们是不是还有个国防工业发展基金会？是，没错嘛。这个单位是目前在干嘛？现在在推动所谓国防工业发展的一些工作，比方说像委托民间大学，是啊，我知道，我有看过你们内容。那这个单位跟你们目前在做的事情，那另外比方说跟我们现在国防自主有关的三大产业，比方说全面国造，那我问你嘛，有他有在做事情吗？有，他在做事情。好，那再问你一个哈，我们现在科技部是不是有刚刚我们讲的有一个国防科技学术合作研，就是学合计划？那我问你，这两个单位有什么不一样？这两个单位其实都一样，不只是不同单位给钱而已，不一样，不是？那不哪里不一样？您这样讲就有点那个。我这样讲，学合计划刚才那个科技部的政策有讲哈。我们是用这个基础跟应用研究的这个范围，像105年有116个案，那么总共的金额是1亿2000多，大家对半来出。那我想这个学合计划，对于我们未来所谓关键技术的发展，是一个非常深厚的一个好的一个奠基。所以这个很重要。那国防工业发展基金会嘞？国防工业发展基金，我刚才讲就是从事跟国防工业发展有关的，还有国防自主有关的这些项目。我们现在哈。针对潜舰国造或者国际国造都有相关的案。好，那我要问你哦，不是还有一个叫陆军兵工准备发展中心？那兵准中心是陆军的。他又在做什么事情？那这个由陆军军备局来。你们讲了一堆，还有一个海军造船发展中心，我、哦、研究单位真多。喂，好，我是那个陆勤部的参谋长陈三代，来，请说。因为我曾经担任过陆军兵准中心的主任啊。你们陆军兵准现在在做什么事情？兵准中心现在就针对我们国军陆通用地面装备的这些研发，之前有研发，现在已经没有研发了。现在不研发，只做维护而已，维修而已。对，翻修。那还发展什么就不用发展了、啊。那好，那我再问一下海军造船发展中心呢，参谋长。委员好，海军造船发展中心主要针对现阶段的船舶，就它设计上的改良，以及对未来的船舶在设计上面，所以也有研发嘛，对不对？我们会对船舶的第一个，我们会了解科技的发展之后，把它设计到我们的船舶里面去。我为什么这样讲哦？这几个单位哦，都是你们国防部相关的单位啦。我是觉得哈、哦，我那不晓得讲对不对啦，但我是觉得部长参考一下，我们有太多单位都在搞这个东西啦，但是每个单位就是一点点钱，一点点钱，一点点钱啦。不然我问一下。国防工业发展基金会一年花多少？委员，如果说讲这个维持的这个金额的话，比方说包含委托研究，对啊，就是委托博士生的奖金发放，一年还有我们这些，一年大概不到，只有8000多万。对啊，然后国防科技学术发展计划1亿嘛，是不是？这个数量我不清楚。1亿嘛，对不对？5000万，他们5000万，对，就两个5000嘛，就加起来1000多万，大概1亿，每人大概平均在1亿多。1亿啊，我看金额是写1亿上下嘛，对不对？对啊，然后你的海军造船发展中心一年预算多少钱？跟委员报告，他只有一般作业维持。那你们怎么研发？我们不做研发，我们就了解新的科技发展之后，我们在我们的船舶上面去做设计啊。这原来就是他的作业维持。所以你设计要设计费吗？我们设计的一般的，我们设计在合约设计是用委外。预算多少钱？委外的方式。你们这个单位目前单独他装那个单位的。作业维持，报委员，我这个数据后续再提供给您。是为什么在讲啊？我想部长去参考想一下了哈。然后再接下来哈，我们还有个中科院跟军备局嘛，对不对？其实我也常常搞不大清楚哦，什么案子是归军备局管的，什么案子是归中科院管的？部长，你很清楚吗？
我想中科院所有建案的这个程序还有它的项目都要有经过军备局的那个审查。那军备局自己不是也有在搞吗？没有吗？ 我想军备局从头到尾没有自己搞自己的案子吗？没有吗？局长，你们不是也有在生产东西，武器也有生产嘛，对不对？有，我们有生产中心。啊、那什么情况之下是丢给你们负责？什么情况之下是给中科院负责？我们现在中科院所有的科研案的这些预算管制都是在我们军备局，所以军备局不做研究了，就全部给中科院做研究。我们的这个是分层次的，像比较高科技关键技术的部分由中科院来负责。中科院负责。是一般我们那这样子的话，我很好奇哈。那为什么海军陆军这个也不要并到你们里面去，或者并到中科院里面去，或者那个基金会啊并到中科院里面去啊，居然都这样讲。没有也是可以啊，有不行吗？报委员没有把国防工业发展基金并进来，只是运用国防工业发展基金的机制来支持国防自主。我的意思是说齁，你们去想一下啦齁，然后最后齁，你们还有个国防科技研究中心，这个预算多少钱？这个只有600万。我跟过来，这是咨询性质，鲍委员，您不要把它当成研发单位。那跟你的国防智库又有什么不一样？它有一些，比方说属于我们治安或者国防自主的。我还想这样好不好？我们请我们国防部哈会后帮我跟他提的这几个单位哈，你重新整理完之后，你一份书面资料给我一下，到底你们认为他们的工作怎么样切啊？我是在看完之后再，我们会，我在觉得很混乱哈。好，以上谢谢。好，谢谢。所以国防部。你们就是非常多的单位啊，叠床架屋啊，各部会都有，所以要整合一下，好不好？好，我们临停啊，在12点再来处理。接下来请马文君委员。谢谢主席，麻烦请部长，请冯部长。委员好，部长好。我想其实我们看了听完今天的报告哈，其实还是蛮遗憾的，因为国防部对于美国 DARPA 的研究，其实跟任何人从网络搜寻维基百科或者一些商业评论周刊的内容其实是大同小异的。不过这样的报告实在很难让人家相信说我们真的可以做到什么样的程度。简单来说好了哈，因为里面报告的内容里面有提到，就我们美国 DARPA 的预算只有国防预算的0.5%，可是这编制只有240人，那它的0.5%是多少预算？如果从维基百科上面显示的这一笔我们报告里面说很少的预算，你们知道是多少吗？大概200多亿，200亿出头，是300亿美金。大概折合台币1000亿，我们所谓他 DARPA 的那个预算很少，其实人家是编了1000亿，可是我们现在想要随便抄一个，他到底适不适合台湾，或者我们到底能够做到什么样的程度，这个才是我们要了解的。因为你在这个 DARPA 的初期，因为刚刚也有讲到我们的预算原额大概23人嘛，还有其他的编制等等。大概是23人，对不对？是。那我们编了多少预算？会用在这个部分。报告委员，我们现在一切都是在筹划阶段。那么，实际上我们的时程是定在106年1月1日，这个国防科技处它要成立。但是，即便成立这样一个我们要预推这件工作的这样一个处，它的人员最主要还是从国防我们市里面的科技处、科技计划处的人。作为主力，然后增加一点必要的这些外聘人员，增加一点那个都没有关系。你们要去怎么增加？我刚刚提到的是，你像你现在都还在筹划的阶段，是，那你预算怎么编的？30亿怎么编出来的？事实上，106人是从现有的预算里面去做一些必要的，不管他从哪里，但是明年的部分，从哪里来？为什么编30亿？这30亿的基础是从哪里来的？我想我们跟科技部有做过一些协调哈。就是说我们怎么样把未来国防科技研发的这些预算不是只由国防部这样一个单一的科研预算来做指引，那么我们科技部也非常支持，不管它经费从哪里来，因为你们现在是还在筹设的阶段嘛，你包括你的编制原额，包括你未来的方向很多等等，其实听起来没有办法具体的表达出来，所以我不晓得为什么我们可以编出三十亿
这样的预算金额了哈。这个是一个本席在请教，因为我们一直想要抄袭美国。我们说美国的大法，他这五十年来，他成就了很多很非常好的一些成果出来。不过我想要请教的，就是美国其实他有全球最发达而且最庞大的民间的军火厂商，就是他的民间军火工业的体系，而且他有全世界一流的科技人才。那我们在这一部分最欠缺的，因为大法如果要成功，你这个必须要有吧，你总是要有人，要有钱，这个才是最基本的。那看起来我们既没有人，然后也没有钱，我们的预算这么少，我们可以做出什么样的成果，这是我们质疑的。那你既然编了这么大的预算，你必须要很清楚的交代你要怎么做，这个部分可不可以简单说明？跟委员报告，事实上比方说从中科院的今年度的科研预算，委员很清楚，我们编了56亿、57亿，那么比起去年有大幅的增长，这就凸显了中科院在国防自主这个科技的研发方面，它有很大的一个需求进展。那么我想整个机制今天报告这个主题啊，当然是希望能够把产学研的这些能量能够把它加进来。产学研现在没有做吗？有做，但是我想就是说，没有做，现在的中科院没有做。鲍委员，您非常清楚，现在比方说三大国防自主的这些指标性的专案，包括国际国造。我想在，因为那个我们大概理论大家都很清楚，而且你们讲的这个报告，我刚刚有提到的那个都是抄来的，看起来都一样了哈。过去我们也都有，刚刚你说产官学合作，包括过去的科学研究的一些成果等等，其实我们都有做到。那现在我想请教啦，你除了抄美国的以外，另外也举新加坡的例子。那新加坡它未来系统委员会其实对于国防军的成功转型还有扮演关键角色等等，你们也提到新加坡它有促成航太公司的建立，对不对？是。然后还有船舰战车的国际销售网，其实它有一些国防的一些成绩出来。是，部长其实以前是在汉翔凭空变出来的吗？不是。那为什么我们举了新加坡的例子，我们抄了美国的案例，可是人家的条件并不符合台湾现状？像现在以目前台湾其实最好用的军备局局长在这里，还有中科院。其实我们过去有很多的研发，还有很多的委制，还有很多的生产等等，其实这两个单位其实是可以做到。那我们因为中科院过去比较因为被绑死了，很多说没有弹性，没有办法吸引好的人才，我们已经帮他法人化了。所以我们现在最大的问题点在哪里？中科院院长也在这里，我想请教一下哈。目前就你只看过的，你看到这个大法的报告，它跟中科院目前的差异在哪里？鲍委，你先是不是院长？你先说明一下中科院的主要业务。中科院主要业务我们分为国防跟民生工业都有，我们主要的业务还在国防武器。我们在设置条例里面有非常清楚，我们国防武器的研发，还有军民通用科技的发展等等。我这边报告一下，就我所了解的，因为现在整个DARPA还在研议中间。DARPA其实它的规模不大，它是一个 innovation 的一个院长，您只要回答我，它是一个环境的建设。刚刚你说的什么样环境的建设？它就是一个创新环境的建设。现在我们中科院没有，有我们中科院有，但是我们中科院就是8000多人在这边做。那现在民间DARPA需要多少人？不是可以有创新的？对，民间它有，民间有很多点子，它有太多点子。中科院为什么要法人化？中科院为什么要法人化？就是让你吸引人才啊！是是 是，你现在已经不是国军，不是军备局下面的中山科学研究院。当初我们为什么要法人化？就是要让你在人才的吸收上面有弹性啊！那你现在讲起来是，好像又背道而驰。不，你只要回答我，你只要回答我。目前我们中科院主要的业务跟DARPA有，目前DARPA要做的。中科有哪一个是中科院没有的？你只要告诉我这个部分就好了。不是中DARPA现在只在筹建阶段，他并没有项目出来。筹建为什么要编30亿的预算？那你不知道他能够做什么？他都要取代你中科院吗？不是，不是。院长，你的角色在哪里？报告，DARPA不是取代中科院，DARPA是互补。在美国哈，他所有陆海空军都有研究院，但他有个DARPA，他主要是什么？是因为民间有很多人，他不见得要加入政府机关。但他有很好的点子。美国的DARPA其实就是我们的共和汇报
跟我们的中科院的综合体啊，因为其实它有审核机制嘛。你现在中科院有人可以审你们吗？对，搭帕是互补，它不是一个综合机制，搭帕是在这个体制之外的很多的，因为它的计划只有2到4年，像我们做的计划有的7到8年。我刚刚提到，你只要回答我目前搭帕要做的有什么是你中科院没有的业务，你只要回答这个就好了。目前搭帕要做的有什么业是你中科院目前的业务没有的？你只要回答这个问题。业务没有的，那就是参与的人员跟他的点子。参与的人员跟点子，对，是要再创一个新的组织就是了，所以要编30亿。这跟组织没有。你中科院法人化的目的就是要找新的人，是就是要有新的点子。对，那可见你中科院做不到这一点，是不是？不是，我们中科院有做了，但是现在比如说我讲资讯业好了，资讯业的发展非常快速，但是还有很多人在民间，那他对国防很有贡献。那中科院不可以用吗？可以，我们可以用。但是那为什么要搭帕来做？他有的人他不愿意到中，他不愿意到政府机关。那为什么愿意到搭帕？因为好也提到了啦哈，因为你回答不出来啦。你中科院有的业务，现在搭帕能够做的，你中科院现在都能做。所以刚刚那个问题，显然你们是回答不出来，而且你还在筹设，你就可以编30亿的预算，30亿很高哎。你现在军中到处缺钱的情况之下，你居然这个编30亿，你不知道你要做什么，你只说了你要有新的点子，要找新的人才。刚刚有提到你们在人才的那个吸收上面，说未来要在业界找有经验的，对国防科技有热情的人，你们知道这些人在哪里最多吗？其实委员在学界、产业界都有这样的人才。我们今天为什么会？学界跟产业界还太笼统了啦，因为学界、产业界现在你们吸收的就有这些人。如果像你们提到的，要在业界有经验，要在国防科技有热情的人，这个大概就是台湾的很多军火公司的现职人员，还有就是我们中科院跟国防部退休跟退役的人员。我们这个无可厚非，因为其实他的背景就是这样，不是因为你从军火商去有这样的人，你其他一般的一些学者，他对这个一定有兴趣吗？一定有经验吗？他们能够来审中科院吗？中科院40年来，国家投资了多少资本，让你们累积建立到现在这样的程度？台湾有什么人可以审查他们？报告委员，你现在建立的搭帕未来就是你们一直不承认说他是达政案啊，他当然不是达政，他本来就不是，他本来就不是，因为达政是民间公司，而且他是军火制造商。你们现在的搭帕是达政案的2.0升级版，也不是这样，委员，他未来他就是升级版。未来他可以指定军火厂商，另外他就是还可以还有一点，他未来的审核机制也是他。所以我刚刚一直提到说，你现在看起来，因为你们解释不清楚啊，我们不知道他现在的功能能够做到哪里。看起来现在目前是只有可以发挥中科院跟过去工合汇报的一个功能而已。可是你编了30亿，非常荒唐。其实因为工合汇报你只有160几万。你就可以做到的事情，你居然编30亿。跟委员报告，工合汇报不可以代表整个的这个未来这个科研机制的再造。我觉得任何组织往好的地方去迈进，去提升，这是我们共同的目标。今天你只要把中科院，因为台湾适合的就是这样，中科院跟军备局，还有我们的你说工合你要怎么提升？你未来只要还有资源师，你如果好好的把它发挥它的角色，它有不足的地方，它有不好的地方，你应该让它变成一个很正常的一个国防工业的龙头，或者它的研发的单位，而不是你缺了什么或者什么做得不够好，你就再设一个组织，然后乱花钱，编了很多的钱。到现在你们在台上，我从早上听到现在，没有人可以讲清楚说你大爬到底。跟委员报告，事实上107年，如果说一切都顺利，各方的意见都能够。你只要现在讲不出来，我们就不相信107年能做好。时间的关系，欢迎委员。在这里，我想要再请教一下哈，刚刚因为不好意思跟主席再借一点时间，刚刚也有委员提到自杀的问题，我想我对部长刚刚的回答不是我并不满意。这个跟威权时代或什么时代其实不一样的。当然，军中跟一般的民间，它有不同的属性。它的不同的管理方式，可是我简单来说，我们今年真的是高得太离谱了。今年从开始到现在，
我们一年当中已经有25件自杀自残的这个事件发生，死亡人数已经达到20人。你们说我们军中很多人，我们大概现在目前有多少人？军中17万吧。军方有大约假设让你20万好了啦。不知道部长或者你们记不记得，富士康在2010年报纸沸沸扬扬、媒体沸沸扬扬的时候，他们那时候一年自杀的人数有14人。他们富士康有多少人？49万人哎，他管理的人数其实是更多的，他们也受到很高的压力，他们也在管理上面有很多不公平的对待，所以这几年因为他们从管理上面去着手，他们从很多福利上面、很多的关怀上面去着手去改善，这几年其实他的自杀率都已经降到个位数。可是从我们过去每次发生自杀案件的时候，国防部提出什么样的改革做法吗？只是说哎，这个人是因为感情因素，这个人还有甚至霸凌，现在还可以，国防部还可以站出来说，因为他们感情因素，所以害他先生自杀，这样是已经很严重的问题。大家不思考自己的责任在哪里，通常把罪往外推，这是我们现在每年自杀率节节高升的最大的问题的点。所以我们希望国防部，因为时间没有办法很多来讨论，不管你是在哪里工作，人命是一样重要的，军人也是一样。部长，好好的爱惜你的弟兄，谢谢。谢谢委员的指导。等会在高金素梅委员咨询完毕，我们再处理聆听。现在请高金素梅委员。谢谢主席，有请部长。请冯部长。部长好辛苦哦，年纪这么大了哈。从早上呢，本席虽然没有在国防委员会，我也不是国防委员会的委员，但是呢，我在办公室一直听。今天有非常多的上将、中将、少将，还有我们这个各部会的专业的人士，没有一个人能够把今天的问题讲得非常清楚。为什么？因为最高指导叫你们做什么，你们就必须要做什么。今天我不想针对今天大家提出来的这些书面报告，因为刚刚有非常多的委员都已经在批判这些书面报告，你们连自己的书面报告都会自相打架，这叫做什么报告？所以我今天来帮你们卸妆吧。我以前唱过卸妆这首歌，真正的原因在哪里？我们来看一下。我也请几位次长上来一下好吧，你们有责任也有义务，我必须在这边提醒大家，部长也好，次长也好，上将也好，中将也好，少将也好，包括我们立法委员，要有一个认知。我们今天不是领蔡英文的薪资，我们今天不是领民进党的薪资，我们今天是捍卫中华民国的权益，跟领中华民国老百姓的纳税钱。所以我们要为中华民国的所有的人民负责任。我今天来卸妆好了哈。国防自主是什么东西啊？如果大家愿意看最近网络上或者是昨天联合报的这个评论，大家都可以清楚知道，连美国都在给你们泼水啊。美台国防工业会议才刚刚在美国结束，会后美国国防部的资深顾问海大卫他公布了他的演讲稿，不知道部长您看了没有？不知道我们经济部次长看了没有？科技部的次长你看了没有？如果有看的话，你们就非常清楚知道荒谬至极。你知道这位海大卫说什么吗？他说针对蔡英文政府提出的国防自主，提出了两个非常重要的观点：一，浅见国造涉及敏感的技术转移，需要新的监管机制确保台湾遵守美国法律与规则。部长听到了吗？这是什么意思？这个意思就是我们蔡英文提到的所谓的浅见国造，就是另外一个美国的殖民地。本席上次在这边还说过乐山基地的案子，我们每年要花7亿去帮美国做这个管理乐山基地，
然后呢，这些资料我们非但自己拿不到，我们还要跟美国拿。那万一未来出了什么问题，最可怜的就是我泰雅族的族人。好，以后涉及潜舰国造的造船厂，有零件卫星厂，全部成为只适用美国法律，并且受到美国监管的殖民地。因为他讲到了需要新的监管机制，确保台湾遵守美国的法律跟规则。这叫什么国造啊？造舰的技术属敏感的技术，那么根据美国的法律，它又是禁止转移的，这叫什么国造？不要再拿国造骗人了，部长，在场的次长们，你们听好，如果你们今天没有办法拿出你们的良知，告诉我们的国人，其实这些都是骗人的，这是什么呢？这是因为台湾还是美国的殖民地，美国叫我们要做什么，我们就必须要做什么。第二个，部长，你先不要说话，我还没有请您回答。第二个，高教机国造，这更荒谬了，连你们自己的空军的优秀的人都在摇头啊。高教机国造是低产量、高成本、高风险的产业，连美国都无法理解台湾为什么要坚持做。唯一为什么要坚持做呢？第一个，我刚刚说的那个所谓的潜舰国造，是因为美国必须要我们这么做。第二个，就是给个人的利益。请问一下，昨天的联合报也写了，我们需要用66个所谓的这个高教机，然后我们需要花那么多钱吗？部长，回去问问一下你们所有的优秀的国那个空军的子弟，每一个人都在摇头。所以我合理的在这边怀疑，也合理的给你们卸妆。第一个是美国要求，第二个就是我们个人的利益，或者是不知道谁的利益，需要花那么多钱做这件事情。好，其实我们不难理解嘛，这本来就是弊案的起源嘛。高教机它不是管制的敏感性装备哦，国际市场到处都可以买哦，可是我们却要坚持花数倍的代价搞国造拼装机。我曾经问过林权院长，他说这些东西都可以让我们的什么制造就业机会，包括什么什么造那个潜舰国造也可以制造我们的就业机会。经济部长，你们好好，次长你们好好听，这些人会制造多少的就业机会？全部都是低阶的人，因为从外面拼装零件来，然后我们就把这些零件哐哐哐装起来，这有技术转移吗？技术转移符合美国的利益吗？所以不要在这边骗人了，部长。今天你们在这边，所有的委员在质询你们什么阿帕这些事情，全部都在骗人。最后我要提醒大家，因为我的时间真的不多，我不是国防外交的委员会，但是我很希望在场的将军们、部长们、次长们，甚至今天的质询，我希望我们的国人们清楚知道，长照 2.0 明年才编了207亿，因为什么？财政困难，政府还要从谁的身上？从抽烟的烟民啊，要加征150亿的烟税，我们才可以支应所谓的长照 2.0。 这么重大的财政政策，我们都已经那么辛苦了，然后我们的政府却要打着国防自主的口号，千亿、千亿、30亿的往外丢。我请问，这是什么政府？现在民间网络上，我给大家看一下，台独是门好生意，对抗是门好生意，只要符合这两个，我们的国防就通通几千亿、几千亿的拿出去。这是我今天在这边要质询部长、次长你们很重要的议题。再来，我们看一下菲律宾这位总统杜特地，虽然我们都觉得他很奇怪，但是他讲的一些话，我们不可以说他没有逻辑哦。他说，若跟美国人打交道是亏钱最快的方法。我相信在场的上将、少将、中将、部长，你们非常的清楚，国防其实是美国最好的财库，
只要一有对抗，只要一很台独，通通都可以从国防里面拿钱。最后我还是要提醒，我们是全民的公仆，不是某个政党某个人的公仆。部长，您可以回答吗？谢谢。谢谢指导。剩下一分钟让你回答，然后让我们的部长，中华民国的部长，而不是美国的部长，在这边告诉我们的全民，什么叫做前建国造，什么叫做我们要自己制造飞机。这个。然后什么叫做 IPA？ 十几年前呢，当这个日本要买 F-15 的时候，提出了他们要自己制造。那每一架飞机的造量要比美国卖给他们要多很多。那么在我当汉翔董事长的时候，我去日本访问，正好看到 Mitsubishi 在帮他们的 F-15 在做性能提升，这就是国防自主。请问一下部长，蒋经国时代的时候，我们有没有这些国防的产业？现在如何呢？台湾真的可以有国防产业吗？刚刚马文君委员也在讲了啊，台湾这么小，我们以后制造的东西卖给谁啊？你能比过美国吗 ？IDF 制造出来就是一个证明。什么样的证明？它能够赚钱吗？它必须要赚钱，它保卫台湾呢，保卫国家。那它给你，你不是说产业吗？你不是说国防产业吗？它是国防产业、啊。科技部来，请问一下，经济部来问一下，我们花了这么多钱，可以在外面买的。我们需要花上倍一样的钱，然后在国内，然后根本都没有任何一个产业链出现吗？我觉得我们去买外面的装备，我们才是别人家的附庸国家。我们应该国防自主，变成一个独立自主的国家。如何自主？你觉得国防部长，你觉得我们现在自主了吗？美国人让你自主了吗？我们可以自己武器制造。你能不能像杜特地一样那么勇敢地告诉我们国人，其实呢，台湾就是美国的殖民地。我们是他们的看门狗。我们不是，我们不是殖民地。中华民国是一个独立主权的国家。如果是的话，为什么有人不能唱国歌呢？不敢唱国歌呢？他不敢唱。好，请回位。我们现在来处理临提。临时提案。有鉴于近年来屡传国军退出一官兵于附中旅游、经商或探亲等活动时，遭中共情报工作系统接触，以威胁利用之方式吸收，进而于返台后透过既有人际网络渗透国军现役军官，窃取我国国防机密，对国家安全造成极大威胁。诸如近年发生之陈曙龙案、特种军事情报室退役少校、钱经国案、海军退役上尉、柯正盛海军退役中将及郑小江案，皆是循此模式发生。为保护我国国防机密及国家安全，掌握国军退出一官兵附中情形，并及早发现其中之异常状况，了解其与国军现役军官之接触情形，实为反制中共对我情报工作之必要措施。原此，建请国防部会同国家安全局、内政部移民署、法务部、行政院大陆委员会，于二个月内研议并规划，就退出役未满三年之国军军官出入中国及港澳之情形建立个案管理资料库，并视其退出役前接触之业务机敏性，延长建档管理时间。提案人刘世芳、蔡志应、王定宇、陈廷飞、吕孙林、林长佐、罗志镇。以上宣读。好，国防部有没有补充的？主席、各位委员，那针对刚才刘委员所提案的部分，我建议是不是在那个两个月内研议并规划这个部分、啊、加一句话，就是在维护人民合法自由与各自的情形下，因为事实上跟委员报告，那么我们刚才也有讲了，比方说依据他业务属性、接触的程度，有何与不同的附录管制的年限。那当然，年限是一个形式上，刚才部长也讲，我们会严格去做这样一个界定。但是因为现在宪法对人民所谓合法的迁徙自由、旅行的自由，其实都有规范。我们为了避免绝大多数的人都按照这国家的法令，遵守国家忠诚的义务，我想极少数的人，我们如果说有这样一个预先防治的概念的话，我觉得是好的。但是是不是可以在这样一个情况下加注这样的文字？其他没有意见。
来，请刘世邦委员。好，谢谢招委。那个刚刚司长的意见哈，那我可不可以这样建议哈？就是在说两个月内的研议规划的部分哈，把它跳到在下一行，就是说就退除役未满三年之国军军官出入中国及港澳之情形依法好吗？ Okay， 我的意思就是说是，这个就是说在法律的授权范围内，我们有一些行政措施是可以处理的。是是，好，那就不会叠床架屋，好吗？了解，了解，谢谢委员。没有意见，没有意见，好，那就修正通过。为什么这是指挥师的业务？不能愿意入出或不入管制线。啊，可是政治案单位不。法院叫我对。OK， 好，好，不好意思。是，罗委员叫 OK， 好，那我们就修正通过。我们继续询答，请王伟哲委员，王伟哲，王伟哲委员不在，请林德福委员，林德福，林德福委员不在。请邱志伟委员，邱志伟，邱志伟委员不在，请郑运鹏委员，郑运鹏，郑运鹏委员不在，请林俊宪，林俊宪，林俊宪委员不在，请卢秀燕，卢秀燕，卢秀燕委员不在，请徐永明，徐永明，徐永明委员不在，请陈赖素美，陈赖素美，陈赖素美委员不在，请吴志扬，吴志扬，吴志扬委员不在，请张立善，张立善，张立善委员不在，请赖瑞龙。赖瑞龙，赖瑞龙委员不在，请廖国栋，廖国栋，廖国栋委员不在，请陈欧珀，陈欧珀，陈欧珀委员不在，请陈明文，陈明文，陈明文委员不在，请李彦秀，李彦秀，李彦秀委员不在，请孔文吉，孔文吉，孔文吉委员不在，请，哎，都没有吗？来，请黄昭顺，黄昭顺，黄昭顺委员不在，请王惠美，王惠美，王惠美委员不在，请周成秀霞，周成秀霞，周成秀霞委员不在，请何新存，何新存，何新存委员不在，请简东明，简东明，简东明委员不在，格拉斯尤达卡，格拉斯尤达卡，格拉斯尤达卡不在，请蔡逸瑜，蔡逸瑜。蔡逸瑜委员不在，请严宽恒，严宽恒，严宽恒委员不在，请徐志荣，徐志荣，徐志荣委员不在。陈廷飞委员，因为是本委员会的委员哈，那就给他二次发言，五加二。谢谢主席哈，我们请国防部部长，请冯部长。然后还有我们所有的今天与会的次长，请与会的所有的次长，经济部、科技部委员午安，部长好，还有我们所有的次长哈。我想今天国防自主，这是带动我们整个国防产业非常重要的一环，而且我相信我们有能力，我们所有的技术基本上有很多国外的。的一个武器的制造零件是由我们台湾外销的，是的，这非常清楚，是的，所以我们更应该借由他们的能力，把它能够让我们的国舰制造，还有我们的所谓教练机的部分，能够真正达到我们的目标，是的，这应该是我们的一个方向，对的，所以国防自主基本上当蔡英文总统提出的时候。是让很多我们的国防产业的业者非常的高兴，他高兴是什么？因为终于有人看到这一个区块，所以真的要坚持下去。可是当然万事起头难，当我们要整合所有的单位的时候，其实它有很多的困难点，也有很多的平台必须去沟通，是的，所以今天我们看到大家一直都在谈 DAPA 的问题，这个 DAPA 到底我们是不是有能力把它做一个完全的整合，有没有能力？给委员报告，我想我们正在试行的阶段，那么我们计划已经照今天那么多的人质疑啊，可见的我们的计划还不够周密，我想把它再把它这个计划周密以后，我们一定会努力试行，而且要把它实现。现在我们是在这做组织整合的部分嘛，对的，是不是现阶段
我们预计什么时候要完成整个组织整合的一个报告？跟委员报告，那我们事实上在106年1月1号，我们依照这个我们预划的这个进度啊，希望能够先用现有的编制的人力，国防科技处做一个转化，把它改编成国防科技处。那么由这个国防科技处去推动，跟搭配适合我们国情，结合国防自主跟所谓亮点国防产业的这个发展，我们先从这个要起头。那今天大家都争议在说30亿，是为107年以后的预算。107年以后的预算，说我们要多编30亿，是多编30亿吗？还是整合所有各部会的预算？委员说的对，我们事实上很多预算我们绝对不会让它重叠，我想委员会也会对我们预算会做很严格的审查，这才是今天的重点啊。是，但是我发现说当今天丢出这个30亿，大家都把它 focus 说未来是不是叠床架屋，原本有的预算是要再增加30亿进去，那到底我们有没有能力执行，那是不是会有排挤，会不会有其他的效应出来，都 focus 在这一块，到底会不会？我相信是不会的。我想30亿只是一个概估的一个目标，因为它还没有具体的一个计划。所以是整合预算嘛？所以我想就是我们预估是。今天我们的经济部次长还有科技部次长都在，这个部分是不是就是预算整合了？预算整合。我们现在就是预算整合，是不是？还有我们的科技部、国发会。是。我跟委员报告，是不是就是整合？你们说一下我们的科技部。我们科技部目前跟国防部是有一个这个学合计划，那这个计划是每年固定我们科技部出多少，那国防部出多少。那目前这已经执行一阵子了，我认为这个计划将来交这边委员会跟这边再整合，所以这个。所以你们是学合汇报里面嘛？对。可是学合汇报现在初步可能会预计裁撤嘛？是不是？因为那是一个不是学合。你未来啊，未来这边预化裁撤国推会跟学合汇报嘛？会整合，是不是？所以就是整合嘛，整合你们再把预算整合到是我们这个预计要去搭爬的这个部分嘛？是不是？就是整合嘛？整合，嘿，整合。你们为什么要自己又多出很多莫名其妙的一个说法？整合就是整合，然后我们再请国发会，我们副主委。龚副主委，委员好。我想你们在整个案子也一个很重要的关键。那到底这个整合之后，我们有没有能力这样子推？有没有能力？对，基本上它是整个国防产业推动方案里面的一环，在组织架构里面把过有比较零散的部分把它整合成为一体，把产官学的力量整合起来，然后共同可以完成那个国防产业的推动。所以是整合嘛？对的，就是把过去零散的、完全没有目标性的、只是在花钱花预算的，我们没有办法去把目标值定出来的，现在我们把它整合进来，把它目标值定出来，我们就是要发展国防自主，就是这么清楚的目标嘛。所以没有再去所谓增加多余的预算，只是把它整合。未来当我们要国防自主，当然啊，就要增加预算了。这是在我们整合之后，我们已经有报告了，而且确立了到底方向该怎么走，国建国造怎么走，还有我们的一个这个教练机的部分要怎么做，我们有没有能力去做研发，甚至我们要怎么去审查中科院相关的。当然今天还有一个部分就是说，当我们DAPA成立之后，也就是未来可能国防科技处，用国防科技处来讲好了啦，国防科技处说要去审查中科院机密研发及委外科技研发专案这个部分的能力，过去国防部最会讲一句话说，我们没有能力发展，所以我们全部委由中科院。那现在是我们国防科技处要来审中科院，有能力吗？过去说没有能力委给中科院，现在我们反而要去审他，有能力吗？报委员，这个跟您说明一下。事实上哈，中科院的这些建案，如果属于机密性的部分哈，我们现在有一个国防科技研究中心，里面有各型各类的专家152个人，但其中也有我们军方很高端的一些专家。那么像这种机密案子，基本上我们会倾向于由我们军方的军事的高级人才来做审查。那么一般的先进的科技研究，可能就是由民间来做。
部长，所以不是由国防科技处来审查，而是委这些。我真的要讲，你们当要写这样的报告，不要写得太过简单。你写得太过简单，会让人误解。你有没有能力？你里面写说成立国防科技处，就是要审查中科院机密研发及委外科技研究专案。是委外。你会直接让人家觉得你有没有能力？所以你这种这么专业的文字，你不能用这么简单的一个报告把它呈现，这是我必须给你们的规劝。谢谢委员。你们都自己在制造问题。如果说今天我们未来整合之后，我们有一定庞大的一些学者专家，甚至我们一些专业人士可以来协助，好，这些专业人士会不会有泄密，这个也要把它很清楚界定出来啊。是的，是的。哦，所以我相信大家都对于国防自主有很大的期待，浅见国造其实已经大概有80%以上的民众其实也是支持的哦。是的。所以我认为我们要走，而且要快步走，可是快步走要先把它整合好。对的。把所有的资源整合好，不能浪费。一加一要把我们的预算跟经费一加一大于二，这是我一直在说的。而不是一减一小于零。拜托我们的国防部、我们的国发会、我们的科技部，你们都有很重要的责任。谢谢。谢谢委员指导。好，谢谢。所以国防部，你们一直强调就是整合，整合资源哦。所以我们台湾的 DAPA 跟美国 DAPA 是不一样的，人家是研发单位，我们是整合所各部会的资源，对不对？所以审慎的再把这个内容再做个修改计划。好，刚刚我们邱志伟委员到了哈，二次发言，非本委员会的委员3+2就是5分钟。好，还有请主席，有请部长，还有资源室室长，请冯部长，资源室的司长。好，委员午安。部长午安。部长，那个我们台湾版的 DAPA 哈。现在是一个概念，还是已经实质进入这个执行阶段？现在在筹备还有规划的阶段。是概念还是已经进入执行？它基本上是引用美国好的这个机制的概念，然后现在考量我们现行国防自主的现有机制，怎么样去做一个柔合。美国的 DAPA 跟台湾的 DAPA 情况不一样，当然不一样，一定不一样。所以不是捡到了篮子里面就一定是好菜，不是，不是。所以一定要因地制宜，因我国的建军的目标来做适合的调整。是哦，问一下，美国 DAPA 编制员额240个人啊，预算年额，但是美国国防预算的0.5%，0.5%，对，金额是多少？大概我们查一下，30亿美元。那你现在从概念到执行阶段，好，分决策面的改革跟执行面的改革，好。决策面的改革，你要把现在的国推会变成未来的这个科产会，就是国防科技产业发展委员会。好，这你们报告写的，是发展会，这做一个决策机制，然后把召集的成绩把它提高，然后从国防部跟行政院科技汇报的编列预算，召集的成绩到多高的成绩？现在还在研议，一定会比现在国推会的市长嘛，副部长的副部长的，像副部长跟市长，那往上就是部长啦、啊。现在还在研议，是。还在演绎，那现在讲的沸沸扬扬。报告，我跟委员报告一下，我们要改变这个组织的编组，其实它的设置条例是设置规定是要变的。你现在这个筹备处已经成立，代表说头已经洗了，是就要去执行了嘛，对不对？是你9月30号去挂牌，筹备处挂牌了嘛？是，所以你现在经费，国防部跟行政院科技汇报编列多少预算？我们107年开始才编列这个预算。那么预计要编多少预算？预计大概就是刚才大家委员所指教的30亿左右，但这个是还要依据我们实际推动计划的内涵。这是决策面的改革。好，执行面从资源师来做调整，你们要成立国防科技处，是那组织的法令编制这些要不要修改？基本上在组织法要不要调整？在我们部内哈，参酌法律事务师的一些意见。事实上，广播的处务规程跟组织法现在在第一阶段是不需要修调的。但是我们也报告，就是说在第二阶段，如果我们国防科技处在未来一年试行变成国防科技发展室的时候，那个时候就要动到处务规程。那你觉得这个？要经过立法院来做组织条文的修改嘛？没有，我们一定是集合国防部所有的这个，比方说编专单位、法制单位，大家共同针对最合宜的一个所谓立法的一个过程啊，来做研修。所以现在就是在筹备阶段了哈。是，
那我觉得决策面到最后跟执行面的结合，我觉得一定要发挥它的功能，不要先叠床架屋。哦，你大家质疑就是目前它不是高端或者尖端科技的研发，它变成一个资源的整合，那资源整合找国发会就好了。好，现在请国发会副主委，还有经济部这个代表，国发会经济部，这个三个部会，科技部、国防部跟这个经济部推动 国防产业自主跟扩大内需的部分很重要哈。特别请到这个请教国家国发会副主委，是你现在规划这个航太工业的据点呢、啊？台中，好、哦，这个 make sense， 因为汉翔在那边。好，台南中科院啊，为什么没有在高雄？高雄有扣件的基地在那边，然后又是空军的故乡、欸，哎，哎，冯部长，空军的故乡是不是在冈山？航太的发电机就在高雄。对了，你现在规划的据点，台中、台南只有中科院嘛，没有高雄啊？那个只是一个概要性的说法而已。事实上，汉翔他在高雄也有厂，所以你未来要不要成立一个国防产业的专用园区？国防产业园区的概念？你把这些地点规划，就是为了成立园区嘛，对不对？对，所以我关心这一点，你要让它聚落化，把相关产业在一个园区里面，从研发整合，从制造整合，是，从行销整合嘛。目前这个航太部分是在南科陆竹科里头，像那个成田很多，那我都知道，我比你更清楚嘛，我每天都在那边，是，所以我关心就是未来是不是有可能在。这个冈山陆竹就是高雄设立一个航太工业推动的一个据点，或者一个航太国防航太产业的一个园区，因为那边现有的这个基础非常好。报告委员，现在聚落的方式的形成是必要，但是是不是一定要一个园区的形式？这个我们在讨论。那你聚落的概念是什么？对，聚落概念它不一定说有框一个。是明显的边界，但是你要有一个聚落的规模跟聚落的这个实质意义嘛，是的，是的，就是它整合比较容易嘛，变成一个生产的一个聚落嘛，对，所以汉翔发这个发动机是在冈山啊，对，又有空军官校、空军航校啊，所以地点再适合也不过啊，为什么没有规划这个？对，所以将来那个聚落的连接，它不一定是就是土地上的连接，事实上是可以透过网络上跟虚拟上的连接。目前汉翔它就有這樣的連結，那你就没有办法，你就没有必要设立一个据点了嘛？你现在很明确说你有高雄，没有你有这个台南跟台中还有中科院嘛？对，那个只是一个概括性的说法。所以我觉得这部分你要重新再研议哈。是的，最起码你要加入一个高雄。是的。好、哦，另外同样的问题。这个船舰的部分，高雄、屏东、宜兰，对不对？对，是你们规划嘛，哈。高雄在哪里？高雄就是在台船附近那边，在前镇那边。对，主要是台船。对，在哪里？高雄的哪里？应该是你的据点你都不知道，你要怎么设立啊？那这资源是知道吗？你国建国造据点你都不知道，副主委，高雄文件吗？这个很重要的。就在高雄。是对高雄没有错，他是说高雄哪一区啦？在高雄的哪里呀、啊？你告诉我一个方位。高雄市嘛，高雄市那么大，高雄港区。对，我在对前镇，在前镇有没有在新达港？新达港目前来讲是还没有做这样的规划，是在前镇了哈。是，就是台船。另外场地潜舰延寿计划这部分再提供书面资料哈，到底你延寿。这个到底要怎么执行？执行年度预期成果，好，然后这个预算编列，这国发跟这个国防部是不是可以一个书面资料给我？是，好，另外再三十秒就好。哎，这个部长，现在所有的空军机场、空军基地，它都会演训，演训对当地的居民会有一定的回馈机制，对不对？对，我们都有机制。好，有七个机场都有回馈机制，这回馈机制啊，又换寡又换不均啊。以台南市机场、台南机场为例，哈。台南机场，他如果这个当地受影响的住户要获得补助，要等100年。我跟委员报告，然后在冈山啊、要等到10年以上，他才能补助。没错，他的影响是每年的，所以你们补助的机制要去做调整。你应该学台电，学中油怎么去回馈地方，而不是这样子造轮的方式。台南市举这个例子，100年才轮到一次、啊。
我跟委员报告，事实上在睦邻经费在噪音补助这一块，我们有委地方的这个环评的专家跟所谓当地居民，我了解，就是非常清楚的机制。事实上，冈山机场也好，台南机场也好，每个机场依照居民共用或者是军用机场的不同属性，它有编不同的钱。那么事实上，我们每一年都编1亿6200万的钱去做，那分配给七个机场嘛。但是我觉得分配像台南机场每一年有2000多万，那么将来有标结一款，它还可以再运用。我了解嘛，再怎么样。我算过，你们这个同仁也跟我回答，就是100年才轮到一次，没有这么严重了，报委员。但是我讲出来，公务预算受限不足，我了解嘛。所以换寡这个部分没有办法马上解决嘛，换不均的问题，你可以做机制上的调整嘛。我们把三级列为最优先、核心、最影响最重的事。是啦，我就叫你们去检讨一下。我把这数据说出来，100年才轮一次，就很奇怪。部长会不会觉得很奇怪？办公室去做报告好不好？会不会很奇怪？我们研议的那个方法，再有找时间再跟委员报告就好了。该书面的哈，再送书面。送给纪委员跟本委会的每一位委员。好，好，本次会议由徐志荣委员、陈廷飞委员跟李孙林委员等提出了书面的质询，请列入记录并刊登盖公报，请相关单位以书面于2周内答复。委员口头质询的及未即使回答的部分，也请补充把资料送到各委员会，请相关单位于2周内提出书面。现在散会。